好，我们非常感谢各位来哈。如果方便的话，我在想，哎呀，今天下午委员出席的状况，好，各位这样子做会不会觉得比较委屈？有必要高声到前面一点？还是这样就可以了？可以哈。好，那真是不好意思哈。好，那我们今天呢下午这场公听会呢，是我们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举行我国健保医疗体系造福病患却造成医护人员五大皆空的窘境，那健保在供给面与需求面该如何寻求平衡点，我们举行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啊。那时间呢就是我们现在11月13号下午2点半，我们预计呢到4点半啊，那地点呢就在这801会会议室。那今天呢公听会原则上每位发言的时间，我想最少第一轮我们最少5分钟好不好，可以吗？好，那我们希望有第二轮，甚至于我们有一些比较聚焦的一些讨论哦。因为我们今天早上针对职业灾害这个保护法，我们发现那样子的做法比较能够让各界哈的意见能够比较有一个聚焦，有一个方向哈。那我们希望呢，今天第一轮发言呢，每个人5分钟啊。那第二轮跟第三轮发言，我们再来到时候再来看怎么样的处理啊。那上台发言者，请先告诉我们单位、职称、姓名，因为呢，这些都会正式呢列入公报记录啊，方便我们公报处的人员能够呢把这个公报呢尽早处理好，来这个送给各位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发言顺序呢，我看现在我先来介绍一下大家哈，其实大家应该互相都蛮熟悉了哈，不过我想我还是介绍一下大家。首先我们这个学者专家部分呢、我们目前已经到会场的有我们阳明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吴孝启吴教授啊，欢迎教授啊，还有我们台湾医院协会陈瑞英陈顾问，好，欢迎陈顾问。还有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蔡明忠蔡秘书长，谢谢。还有我们台湾社区医院协会，也是我们医院医疗委员会委员名誉理事长谢文辉，谢理事长，谢谢。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妇产科叶光鹏，是不是？我有没有念错？没念错，好，谢谢，刚好，我念中文系念错会被打。好，叶医师哈，谢谢。还有我们这一个民间监督健保联盟，我们滕西华发言人啊，滕小姐，好。我们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医院的纪念医院的郭昭宏郭医师，好，欢迎您啊。好，有没有这个几位？我再这个看一下啊。还有我们台湾医疗劳动正义与病人安全促进联盟理事李少荣李理事，好，欢迎啊。还有我们看一下台湾医院协会何婉清何专员。OK， 还有何专员嘛哈，有在现场 ，OK， 好，还有我们台湾医院协会的董嘉琪董专员啊，欢迎你们，欢迎。好，那我还有我们现在，好，还有我们这一个台湾医疗劳动正义与病人安全促进联盟，也是我们星光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张志华张理事长，欢迎啊。还有没有哪一位我没有漏掉了没有跟给大家介绍？好，如果有疏漏的地方，我等一下再做补充，没关系哈。好，那我们现在呢，政府的卫生福利部的代表呢，由我们政务次长林昼炎林次长，社会保险司曲同光曲司长，好，我们医事司的李伟强李司长，好，我们中央健康保险署我们黄三桂黄署长，好。我们这样子就希望呢，今天其实开公听会，我比较希望能够是不但能够把大家的一些可能的研究跟理念那跟立场那我想如果说公听会只是大家都只是在各自南辕北辙的立场，我想这个立法院就真的不知道怎么修法或者立法哈，那怎么去面对一些社会现象来做一些处理，所以我们试着呢把题目做了一个聚焦哈，那也希望大家尽量，我们知道这个健保从84年吧，是不是？
啊，84年实施以来，事实上呢，已经有一些波段了。从开始的规划阶段，到后来到卫生署的一些规划阶段，一直到执行阶段，啊，其实这些过程当中呢，啊，有很多的人的投入哈。那现在唯一比较庆幸的呢，是在我们84年那个时候有执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啊。我的这个政策呢，包括在现在台湾的。或者是在其他世界各国，其实要推动都有它的超级的困难度啊。但是呢，它虽然推行了啊，那民众的满意度呢，从过去呢可能只有20%，一路上呢到现在的可能有到高达80几%哈，甚至可能还有更高的满意度。可是呢，相对于医疗医事的这一个贡献者哈，那是不是有相对的平等的或者理应的一些对待？好，那我想是我们今天尤其这一次的补充保费在一月份实施了以后，我如果记得没有错嘛哈，去年没有实施以前我们预估大概200出头，大概206亿嘛哈，大概206亿，可是呢现在虽然已经到11月份，大概初估呢应该可以到300亿上下吧，应该可以啊。今年的荣景不表示明年有哦，因为很多说真的，很多雇主可能来不及怎么样去做一些，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的因应的措施哈、哦，所以今年可还蛮顺利能够收到不少，因为这一块可能是这一次收到的比例最高的嘛，对不对？好、哦，如果依照现在进账的部分呢，等一下可以做一些补充的背景哈、哦。那我们希望说，今年能够多能够比我们预想的更多。好，那能不能就来解决本来给付如果不足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病患的这个该给付而没有给付的这一块，我们去做检讨之外，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先就医事体系单位这一块我们先来做检讨，因为这块显然是目前的遇到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这个五大皆空的一些状况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尽快的一些处理啊？那我想今天呢举办这个公听会的意义在这里哈、啊，因为我想今年年底应该马上会做一些检讨，所以补充保费做一些检讨啊，所以我们预先来做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啊，那也欢迎大家，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啊。那我想今天公听会的程序哈、啊，因为有一些新的资料背景，我不知道各位学者教授。以及出席的单位了不了解，比如说对于现在二代健保之后补充保费救援扣缴的一些现况，有没有必要先为各位做一些背景说明？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就今天学者专家跟单位先做报告跟说明，然后我们再一个梯次一个梯次的请卫福部来回应，好不好？可以吗？需要这个做背景一些资料说明吗？需要吗？各位老师都不需要吗？不需要。好，那我就按照这个现在这边有登记要发言了，如果你没有登记发言，我等一下也会请您发言哈。好，现在这边发言的顺序大概有给我了一份，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先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我们蔡明忠蔡秘书长来，是不是先就我们今天的公听会的主题先来做这个做报告哈，来。好，谢谢江委员，谢谢所有的长官以及各位所有医疗界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其实很简单哈，这个议题要让医界来谈，从过去到现在为止，医界比较避谈这个原因的因素，是因为民众端都会觉得医生是在要钱，是在要钱。那这一点对医界来讲是无可剥削不掉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了哈。那我想我们下一章。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哦，来，我国的健保大概是要什么样的情况？是以目前是单一的一个健保署的一个制度，那到底要不要民营？要不要怎么样的状况？在二代健保，我们采取是收支联动，收多少应该要支付多少，这是一个目前我们的支付的状况。但是各位也知道，科技、医疗、新科技各样的发展相当的快。那在这个当中就变成我们今天要支付的品项会不断的上升，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收到的钱到底够与不够，这是一个最大的因素。所以这个概念在二代健保我们现在第一届刚实行的第一年碰到的问题，以后也持续会碰到。来，下一张，上一张，这一张是好。
所以到底要不要开入民间，这个东西是议题，坦白讲这个议题非常的大。好，下一张。好，在基本的架构上，保险人、医疗院所跟被保险人，这是一个三角形的机构，这个一个线图哈，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在这里面我们要强调的一个点是被保险人的这个部分负担，这一个区块向来是我们对民众端一个非常大的保障，对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保护，但是在法的方面执行面一直都是不足的。那这个东西也很简单的跟大家报告的是，现在的民粹变成很简单，民众吃到太好的医疗保险之后，他们不愿意付专钱，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哈。好，下一张。好，公办公营的情况，现在是卫福部，这是左边是我们目前的体系图哈，右边是健保基金，我们可能的公办民营的体系图是跟大家提一下。好，那可以再看下一张。社会保险民营化优点，坦白讲一下，最简单就是避免政府端的裁员过度赤化，减少政府端财政的支出，这个在实务面上民营大概就有这一个好处。但是民营会带来的到底有哪些缺点？服务持续性会降低，换句话讲，掌握在民间企业当中的保险很有可能什么时候要终止，或是什么时候它不保，这些东西的持续服务对于民众端是个忧虑。另外一个，像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所谓的预防保健的所谓公部门的这些情况，它配不配合，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第三个，对于平民跟弱势族群的服务，在基本上它能不能像公办公营的这种情形，对于弱势族群跟平民持续的照顾，这是一个点。下一张。那政策面上，我们很简单讲，当你考虑到公办民营的时候，或者是说民办民营的情形之下，第一个他们会想到是不是政府要摆脱民意机关的监督，第二个政府是不是因为财税负担太重了要解脱这个问题。那这个公办民营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个东西都有待未来一定要详加对于说明。所以在实务面上，对于有董事会成员到底怎么样，他会造成利益团体分食健保大饼，保障医疗怎么样去确认，不随意调涨保费，这种情形能否持续贯彻，政府如何监督，有什么发报，这都是将来要讨论的很重大的议题。下一张。那第二个谈到问题，就是健保给付对医师人员的相关诊疗服务跟救济方案是否合理，要跟大家报告一个重点，就是说下一张。从过去我们二代，我们的健保从一代到二代，它所沿用的大部分是公劳保时代的支付的标准。那这个东西从民国1950年开始到现在的2013年了，这个中间因为就是沿用过去公劳保时代的支付标准，所以对于就诊科别的诊查费并没有进行调整，甚至只有微幅的一点点变动。那换句话讲，那可能是15年、20年前的一个水准，到现在我们仍然在沿用。那这一点是对我们整个在医疗体系非常非常的不公平的地方。各位也知道，劳工哦，他每年都会有根据东西会得到一些薪资各方面会有一些调整。那但是对于医疗给付这个区块，我们在过去到现在为止，它的调整是非常的微幅，几乎等于没有一样哈。那再加上因为医疗新科技跟新药的发展，这个东西速度非常的快，在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会造成我们医疗支付面承担不起，这个也就是造成今天会五大皆空的一些因素存在。下一张。我给各位看一下，各位可以发现哈，言语治疗那是多困难的一个工作，它支付点数是多少？240点，肋骨切除数是780点，这种的给付都非常的偏低的情形之下，这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这里略举简单的几个项目让大家看一下。下一张。关于秘书长，我时间处理一下哈，因为本来5分钟，你是要这次一次把它报告完呢，还是我们因为这个它蛮完整的一份报告，大家同不同意让把它先完整的报告完毕？好好，谢谢。好，谢谢。我记得应该没有那么快，好像但时间好。好，
在诊查费整个的给付方面来讲，我们从过去从230到300这种自动的微调几乎都是不存在，尤其这几年当中几乎都没有错。各位从2007年2006年从2002年的300块一直到现在已经12年之间只调了20块钱，那这个东西的差异是非常的大。好，谢谢，下一张。所以在支付制度的比如消那个修订上面来讲，有医疗科技要考虑人体健康、医疗伦理、医疗成本、财务面，这些因素都要通盘考量的情形之下，我们就讲一句话，现在的收入面事实上是因为不足的情形之下。当然你说刚刚主席有报告，我们今天的补充保费今年可以收到将近300亿，好像财务面今年可以，但是这个东西绝对没有办法持续。好，这一点要跟大家报告。下一张。所以在调整支付方面来讲，虽然这两年当中开始有一些考虑到我们医疗界在面临支付制度当中处置项目怎么样去调整，给付上有做的调整，但是杯水车薪，还是跟不上速度。下一张。收支联动，我们谈的是这个重点。下一张。收支联动是健保费基本上它的重要，它的重点就在前面两个，健保费率的审议以及健保给付范围的审议。那下面这就是相关的法令，比较没有重要。换句话讲，收多少用多少，这是先决的观念。下一张。这张图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收入面在保费、补充保费、补助款跟其他项目，这是整个整体的医疗收入。支出面在诊疗、诊查、药费跟特材这四个项目。特材大家都知道成长非常的快，药费每年我们大概现在固定大概都在25%。至于诊疗诊查相对为什么会偏低，我们的药费为什么那么高，其实重点是我们的诊查费跟诊疗费太低的关系，相对的比例上就变得它一直都在25%，国外都是17%、10几%，为什么我们到25%？其实不是说它的支付药费很高，不是，是我们诊查费跟诊疗费偏低的情形之下，它相对的凸显出来了啊。所以右边有个图，大家很清楚，103年的总额协商，付费者代表表示不愿意再增加总额成长率跟购买新医疗科技。我要跟大家提出一个很大的重点，这个东西这提出来，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往后新的科技跟新药的这些东西，可能我们的健保没有办法再去支付了。但是经过各位思想，另外一个问题，好，下一张。在整个联动精神里面，我要跟大家讲，健保18年已经把健保的医院诊所在整个体系包括财务面支出都已经塑造得非常的好了。我想的很好的是说，从这里面再抽一点脂肪出来的机会都非常小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怎么去做这样子一个医疗新科技要增长的一个状况，这是很大的醒思。大家在习惯都吃牛肉面的情形之下，今天要让他吃阳春面不太可能。但是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健保的制度已经走到今天是完整的阶段，有80-90%的民众满意，我们如何用现代有的收入状况让持续民众端持续有对健保继续的满意，我们同时照顾弱势，同时照顾这些需要帮忙的这些人。但是要增加的是要让增加民众端在自付的品项。那其实我今天看到医疗盟的很多提案，那个东西其实在过去医界都提过，但是是因为医界提的会变得很突兀，大家就变得不敢去提哈。下一张。所以今天入不敷出的时候，到底是要增加保费、增加收入、增加部分负担，还是增加什么品项，或者是我们根本就不要再调升所有的新的支出面，这个东西是要大家思考。你不给钱今天就没有办法做，不是医生谈钱应该讲说我们照顾全人就是要这些重点，很多东西是需要的。下一张。一句话跟大家这样讲，医疗照护可以转换成健康，但是不能转换为节省医疗费用。医疗费用一定会增加，医疗的照护一定会增加医疗的费用支出。最简单跟大家讲，一个通血管的药物，一个心脏科的医生病人每年要55,000美金持续照护他，每年只要他持续活下去，他所照护的一定会
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一定会增加相当多的支出。那这一点对于我们整个制度面，我们今天医师工会全联会简单的跟各位做这样的报告，我们很期待能够找到一个制度，能够让医疗的支付面从收入面充足，支付面我们提供给病人最好的照顾。以上报告，谢谢。好，我们谢谢蔡秘书长哈。好，那因为他有做完整的这个PPT 的这个 PowerPoint 所以我们就让这个秘书长做这个完整的一个说明哈。那接着呢，我来介绍一下也到会场的我们台湾医疗劳动正义与病人安全促进联盟林炳宏林副秘书长。已经到现场吧哈，来欢迎您，谢谢哈。好，那我们现场还有我们这个叶金明叶委员啊，还有我们田秋瑾田委员啊，谢谢。好，那我在想，因为今天呢啊，其实定这样的题目，我们也很担心，大家会认为说啊，是不是我们没有在顾民众，是在顾医界啊，或者顾医事单位哈、啊？我想啊，希望不要造成这样的错解哈、啊，因为事实上这的确也是一个问题，会不会去排挤掉以后的一个对民众的一个照顾跟照护哈、啊？那我们现在呢，是不是第二位啊？我大概把这个排序啊，先在这边主秘帮我排了一下，大概我们接下来是台湾社区医院协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民间监督健保联盟，我们发言人滕希华小姐，还有我们医劳盟，我们张志华理事长吧哈，还有我们接下来阳明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吴孝琦吴教授，然后呢我们医劳盟林炳宏林副秘书长，还有大概就目前到我手上是有这些发言顺序，好不好？先发言这个顺序完了之后，我们就先请卫福部先做回应，然后我们再接着发言，然后再接着回应啊。好，我们现在是不是请我们台湾社区医院协会谢文辉谢前理事长？好，谢谢。啊，主席，啊，各位委员，各位长官。各位先进，今天我们公听会主席定的这几个题目、都是很重要的题目，那我很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现在是就是由健保局就是由公办公营、那有没有多元保险人的空间，有没有其他的改换成其他多元的这个办法，或由民间的保险公司来办，基本上哦是没有那个空间啦。我们现在呢看哦医疗保险哦，就你看足侪迄个电视广告啦，台湾广告足侪，诶医疗保险哦，拢对咱健保足肯定的，伊报拢敢报健保涵盖面外口。啊，因为外口稳赢，因为咱这个健保足照顾民众啊，所以每年范围都像咱伫迄个先主席下讲。但每年都一直增加涵盖范围，项目都一直加落，一直加落，所以在民间保险公司稳赢不赔，因为愈来愈好啊，愈来你涵盖面愈宽，伊外口爱照顾就愈少了，好、哦、啊，所以有统计吼，顶刚苏清泉委员嘛去统计，讲一年吼、民间保险公司他收2000多亿个啊，支付吼，伊爱付的差20%，我30%，所以得要到70%的获利率，那这伊爱感谢。咱政府哦，咱健保署，因为涵盖面太广，所以伊稳赢。但是咧，阿要叫假来入来办咱健保署这么些业务，我感觉全世界无人法再有摘掉。他这个是有他特殊的条件哈、因为他其实是在做一个低于成本的运作啦哈、就是可能8块，咱做10块的工课，所以伫一个合理的。无一个合理条件底下，就不可能有很多人可以来做来竞争啊！哈，那他必定要有一些背景。那为什么我们健保署？咱健保署，咱像咱署长、咱黄署长嘛，慈眉善目啊，无特别的啊，现在有法多做，因为有其他条件嘛。因为他就是单元，只有他一个做，而且涵盖面很广。所有台湾的医疗院所不做健保，他很难活下去的，没有第二个选择，他是独买。伊是专台湾上市场上大的独买，范围够足快，所以无竞争者，所以他就可以
有很强的宰制能力，所以即使病院内底血汗员工一直塞，但是我好病院要偌济钱，我六条，无你卖办。所以各种谈判咯噻吼，当然甚至可以来讲那所谓收支连通变得无意义，其实和这个都有关系哈。啊，所以我认为没有第二个空间，因为这个除了政府用公权力强制得强制民众全部拢要加入，你也不用无加入，强制医疗院所唔免强制，因为你无办。啊，你有宽宽八号宽宽等于假开，啊，所以在这样的体制底下，才有办法办今天的这种健保。所以你就全世界享用的，也先保险集团来拢无材料，因为只要他没有这个条件。那第二个，我们刚刚也看到，我们健保署的长官的确尽上大力，伫健保有限的经费里底，一直来想办法来帮忙五大科啦、医护人员啊，像最近每一年拢编20亿、25亿，安尼吼。来帮忙这个护理单位，但是事实说明一切哈，现在努力都是真的。刚刚我们看的那些数据、那些资料都是真的，但是它就只凸显一个事情嘛。到目前为止，五大皆空没有改善，可能后续还会六大皆空、七大皆空，啊，护理人员赶快就快请哈。所以就表示，咱所有这改善所提供给这五大科或六大科或是护理人员。他的工作环境还是相当的血汗，还是非常不合理。第一，就是他的职业环境显然还是非常恶劣，包括医纠各种事，显然他要承担足大的那个压力，没有人，没有下人愿意再投入嘛。显然现在的事实还是这样，显然套钱组还是不足，所以我们还要有很大的、更大的、更关键性的、更大的突破和想法。无显然无法度，咱当然显然过来健保保险，底下那层下卡落了，到尾也就是所有你上核心、上重要医疗照顾，你本来保健保上希望的，迄拢会落空，拢里里落落，有空无顺的，大家无法度做。好、哦，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值得很深思的。刚刚所讲的收支联动为什么没有办法？收支联动其实是架构在一个什么？相对不关医疗院所啊，互惠者。相对是一个对等的关系来谈判，大家用一个足客观理性啊来挑一个物件，中间各有学者啊，各有那个长官，大家都中到做桥梁。但是咱即嘛是完全失衡，医疗院所是上弱势的所在，所以收支拢顶不好。医院吼、哦、做乙肝、乙肝实在开30几亿，摕到变的医生是10几亿。每年讲 starting 咱那个降血脂的药啊。要对130，迄、那个低密度脂肪130落到100，剩下的钱，干呐药都要27亿外，伊还过每6个月啊4个月要做一届血脂肪检查各种啥，结果咱健保署当有伊的压力，伊的财务的压力嘛，所以算算的结果都，即款药食了吼，有的人的心脏的血管的病较袂发的吼，所以你迄个开支就较省，所以你甲算起来，恁拢袂过了钱，所以免平到半角，所以数字连都就没有意义啊。实质会增加了，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凸显嘛？哈、哦，那也没有讲啊。这个、人啊，准讲无心脏病，翘起爱给我3年5年遐医费，干袂清卡？哎呀，没有一个很明确、公允、经科技化的评估，所以这种收支联动都无意义。只要在一个失衡的状况，收支联动，干不了结果就是想弱势的，像医疗院所不利于温室的了嘛。好，所以我是觉得这几个议题，等一下我们大家都可以再深入的来谈。那实质上，我们健保是一个已经发生很大的病了、哦、今天很好，我是觉得你5年以后再看，10年再看，你就会觉得健保够有价值，因为你核心要的那些东西都没去，你内外护啊，现在核心你都没去，一定没去。好，非常谢谢我们啊、这个谢明玉理事长，好、哦，感谢你。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有第二轮的发言哈、哦，来，我们接着是不是我们民间监督健保联盟我们发言人滕希华滕小姐？哦、主席、各位、委员还有与会的这个专家学者跟政府部门的官员，大家午安哈。那首先今天这个题目哈，就是我要表达就是这个一点
不一样的看法，这个题目已经就直接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健保的错了哈。那我们不完全同意了哈。那以下我有几个这个分享，因为基本上五大皆空，健保可能参与了某种重要的角色，但它绝对不是只有健保才会导致今天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的题目已经告诉我们，健保呢只是对病患有利，可是在整个的医护人员的这困境里面，它好像是一个头号的这个敌人哈。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显然不尽然公允哈。我首先从整体的医师人力来看哈，台湾的整体医师人力从2010年卫生署的这个资料显示来看，我们每千人口的这个医师人力，新医师哈，我讲新医师在1.68哈，我们喜欢跟韩国比，韩国1.98，跟澳洲是4.77，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比别人累了。以这个平均的每千人的医师西医师数来看，我们照顾的人事实上就是比别人多哈。那当然这个患寡跟患不均的问题，以不均又更严重。这个不均是不是只有在科别上面的分布，它在城乡的分布也是。今天刘建国委员没有看到他，以云林为例，云林呢非常感谢台大医院在1994年的时候去承接的属立云林医院，但是呢台大去之后，我们台大的业务量节节上升了哈，它的营业额也上升了，可是呢台云林的地方的医师人力人口比，对不起，还停留在民国84年，台北市是30几个人哈，每千个医师数，云林呢还在10个11个。我要说的是，这种过客的现象，其实在台湾的城乡差距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哈。第二个，人力会因为市场而改变，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会因为市场而改变。那当然举个例子来说，因为叶光鹏医师在这边啊哈，卖弄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叶医师指教一下哈，就是生育率的下降，当然市场的改变哈，那产科医师的需求量就会下降。那如果说根据江东亮的老师的研究哈，就是从出生率的下降的幅度来看哈，在2010年的11年的资料，从健保资料库分析哈，我们出生率下降 46%， 那对生产费用的申报同时也下降了 12%，就是生的少，当然就申报的这个少，是因为市场的关系。所以他即便整个妇产科医师还是有增加 19%， 可是事实上他在产科的分布就因为市场的改变而改变。那么儿科也是，好，科内移动的部分可能是这样。儿科虽然目前也有不足在五大科里面，但儿科里面他最严重的就是新生儿跟重症家务，他可能一般儿科的其实情况他是没有的。那我们等一下来讲这跟给付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他其实在整个不是只有五大科跟别的科的比较，它事实上跟市场上的这个变动也都会有关系的。第三点是医学中心的成长，1994年的时候提到就10家哈，医学中心10到13，2012年就到了22家。那我们住院医师的融合率，那个次长在这边哈，当年呢是每年大概将近2000名，1948名，可是我每年的毕业生才1300个，我一整个住院医师的融合就缺额，就先天不足少了27%，所以你当然会不够，加上 PGY 的这个实施，你就恶化了住院医师的这个现象。那当然，医院越开越大，医学中心越开越多的时候，或是区域教学医院的这个扩大，它势必就会造成在整个住院医师在这个收取上面的这种竞争嘛。所以呢，如果才会讲，如果连台大都收不到，那其他医院可能会更糟糕。但是整个住院医师的融合，事实上也有先天不良的情况，不是只有后天失调哈。所以当然这个另外一个不均，第四点是不均，其实专科化也是导致我们整个医师人力，特别医师，我讲对不起，我这边讲的医师人力都指医师哈，就是他在分布上面有更严重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开始从施纯仁前署长推动专科化，他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我们专科化又更细了，当我们越细专科化的时候，我们的基层照护就非常的不够，我们的医师变成没有办法做全人照护，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很多的专科医师哈，我可能会做心导管，但是我可能不会看其他的这个疾病，就会变成是病人在医师的眼中，它就是一个 organ， 它就是一个器官，它整个全人照护的这个基础医疗其实事实上是少非常多的哈。所以当然整个基础医疗的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整个城乡的失衡上会更严重，所以逼得病人一
定要往大医院跑，为什么？因为次专科医师通通在大医院里面，因为基层的，像这个谢文辉院长在南投那边的早期没有分那么细的时候，一点哼的北狼嘛，叫够料呵呵啊。我们诊所的医生一直告诉我们，加医科可以 take care 我们80%的病，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专科诊所，很多的这个专科诊所是不是愿意 take care 80%民众的疾病？我们其实事实上是相当怀疑跟担心的。那当然，医疗给付的不均衡跟整个医疗资源分布有差，医学中心占22家哈，那占整个医院总额的这个给付，它就占了40%以上。那当然医院就会越开越大，因为它就会有竞合的问题嘛。那刚刚提到我们给付没有同病同酬，所以大家都要开大医院哈。那财团法人的这个利润搬运跟关系人交易的问题，以朱泽明教授在2012年12月的这个文章最清楚哈。他有提出五大现象，就是说今天呢，到底我在获利，我刚刚提到医院越开越大，事实上他从健保给付还不算自费，因为财报明年才要公开，这是个非常棒的，在二代健保里面我们少数非常肯定的政策，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从整个财团法人的医疗结构里面来看，它跟关系人的这个利润搬运，包括租借场地、租借仪器、业务外包给相关企业，比如说保全，或是存放借贷资金，或是捐款给关系人，或是购入股票等等的，都影响他的分配。也就是说，他真正领到的钱是不是分配到医师人力的改善上面，跟医疗环境的改善，乃至于病人的改善上面，说真的我们还真的看不明白。第七点，从公共的国民医疗保健支出 NHE 的支出的比例看，民国80年的时候，公部门的支出，我要讲的是政府撤出医疗市场是昭然若揭哈，就是 NHE 在公部门的支出是民国80年的时候占53.1%，最高峰的时候民国85年占64.3%，之后到民国100年99年开始只停留在57%，不会再增加。我们喜欢跟韩国比，再跟韩国比，韩国民国在台湾民国80年的时候，它公部门支出是35.7%。到民国100年呢，它爬升到57.3%。朴槿惠政府上来宣示一个重大的政策，它要3到5年内公共支出占它整个 NHE 以及全民健保的比例，要凭 OECD 是72%，甚至要到达80%是它的施政目标。而台湾呢，台湾在撤出我们的公共支出，在整个医疗市场上过度仰赖健保，完全都整个在预算的编列上其实是在降低的，我们看到公费生的考试就知道。那民众的 out of pocket 呢，私部门当然是增加，一减就是私部门的比例。民众的自费，大家刚刚讲到了医院都较穷，对不对？可是民众没有少花钱，民众的自费比例，对不起，攀升到36.3%以上。所以其实这个自费的趋势在往下加的。我最后一个回应今天的主题，健保的医疗体系真的是造成医护人员五大皆空的窘境吗？健保的特约形态是跟医疗院所特约，跟机构特约，它不直接跟医师人员特约。所以我今天所有的钱，今天健保署准备的资料，他们提了非常多支付标准调整等等的，我们要再说都保盟支持任何对五大科支付标准的调整，并且新医疗科技应该对旧的治疗方法有替代作用。你不是没有替代，你现在增加的支付标准都是就是这个学生没有见过的手术方法，你调那个支付标准是没有用的嘛？你要用在新兴的支付标准，民众才有办法降低他的自费嘛，病人才有可能真正的受惠。如果我们健保的方式是跟医院特约，不是跟医师特约，我们财团法人的分配都是跟关系人分配，请问我们调整之后的健保的钱真的能够改善五大皆空吗？谢谢。好，好，谢谢我们滕发言人哈。好，那接着是我们医劳盟，我们张志华，张理事长，好不好？谢谢。主席，各位来宾，那我是代表一届比较劳动阶层的医护人员，还有医师人员。那今天主要讲医师五大皆空的问题。那我很简短的讲，因为我们有准备资料，那个比较详细，我留给我们副秘书长讲。那我只要讲健保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健保最大的问题是，据我们去考据，当初仓促上路的时候，健保的支付没有考虑到两种成本，一个是风险成本，
凡是医疗都有风险，现在很多风险都被民众以为是纠纷，以为是医疗疏失提告，所以才会五大皆空。第二个成本是劳动成本，健保当初出来的支付标准其实是完全没有考虑到劳动成本，也没有考虑到风险成本。举个例子，我们在急重症都知道插一个 endo， 健保只给付我们就是急救的时候要插管，病人没办法呼吸，插管健保支付的点数是464点，一点还不一定是一块钱，所以可能还才400块左右。可是那个发生纠纷以后，那个目前台湾判赔的就是因为插管疏失，确实是有一点疏失，可是那个判赔的金额是4545万，是4500多万，可是那个基数只支付464点，你看这个风险比例是不可理喻啊，这太离谱了。像田委员之前有举例说，之前美国有一个很有钱的贵妇，她去洗一个貂皮大衣，结果洗坏了，她要那个洗衣店的老板付那个貂皮大衣的钱，那个是天文数字，那个老板怎么付得起来呢？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风险成本没有考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李少龙理事他是心脏科最清楚，他去开一台主动脉的手术，可能从早上开到晚上都还出不来，可是他拿到的支付的金额其实还不如在外面做美容的，或做那个打肉毒杆菌的那个利润都还不如了。所以我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医师都会逃离这些急救的科别。第二个，劳动成本更严重，我们一直推医师一定要纳入劳基法的适用，原因就是你没有一个劳动的法律去保障这些付出的医师的工时，你是没法计算劳动成本。给大家一个很恐怖的经验呢，就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我们健保这么好，想得那么好，连很大的医学中心大型医院，你知道太阳下山以后大部分的照顾人力是属于哪一个医师啊？医师最资深是可能是主任啊，教授、主治医师、研究员、 fellow， 再来是住院医师、总医师、住院医师。可是太阳下山以后照顾的主力都在 PGY。 什么是 PGY？ 就他还没选科的，那就是刚毕业的，他已经 intern 当完他就当 PGY 就是毕业后第一年。我们大型医院的太阳下山以后照顾的主要人力是 PGY， 目前各大医院他们最多人数的也就是 PGY。 那你说有些医院他没那么大型，他没办法 training PGY 怎么办？照顾人力是谁你知道吗？入院以后其实是专科护理师，住院医师因为越来越少，专科护理师就取代了住院医师的人力。所以那个柯文哲教授之前也讲过，就你去看看那个医院的死亡率啊，就假日啊入夜以后都会比较高哦。那这代表什么我就不明讲哦。所以我说假如健保制度要改变的话，就医疗品质来讲，你要把这些高风险科别的医师重新让他们投入，你就要计算风险成本，你也要计算劳动成本，这样我们才会真的可以去把该有的医师能力人力找回来。因为现在真的不是换寡，刚刚滕西华小姐也说医师不够，其实医师真的没有那么不够，他们真的不愿意投入。我们待会秉宏会秀那个医学生选科的那个表给大家看，大部分的医学生都不愿意进入，他不是不够医生哦，他就算他开始 PGY， 他 PGY 结束以后，他先选你四大科五大科也好，其实 retention rate 才是重要的，几乎一年以后一半以上都跑掉了啦，
他刚开始，因为他总是得选一个科，不然他毕业以后没地方去。哦，可是他 retention rate 很低。哦，那我就讲到这边，谢谢。好，我们先谢谢哈，我们张志华张理事长。张理事长，好，那我们呢？是不是我？因为还有很多位都还没有第一轮发言嘛，哈。那我们是不是先在两位？好，那我们现场委员有没有？两位委员有没有先报告？没了哈。OK， 好，那我现在就手上的已经登记要发言的，阳明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我们吴孝琪吴教授，好，谢谢。主席委员还有学者专家还有政府部门的伙伴们大家好啊。那我想很高兴主席还有委员们可以重视到医疗或者是健保，一个是 finance， 一个是 delivery system， 一个就是财务的机制，一个是服务体系的机制，两个都希望让民众在医疗的时候可以得到好的照顾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提出六点哈。第一点，我还是要肯定健保的贡献哈。其实没有健保以前，住院大家最头痛就是要去筹住院保证金。那现在的国人的话，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就医14次哈。还有我们很多的社会性住院，也就是中风之后呢，就想办法到另外一家医院再去住一个月，再转到另外一家去住一个月。那这个叫做社会性住院，其实在美国或在英国，他们都是在社区去做，不会在医院里面转来转去。为什么？因为医学中心区医院一床是400万到600万，那你社区的资源，如果你去住护理之家，一床是40万到60万，光光固定成本就差了10倍。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其实英国、美国他们都比我们台湾现在是，他们比我们人口老化，但是世界很公平哈，其实是40年后、50年后，其实我们都会一样的老化。所以别的国家已经开始在因应这个问题，都往社区化去走了哈。那但是我们无可讳言，我们有很多的社会性住院，那甚至于大家有时候住不进医院的话，大家就上新闻上媒体哈。那甚至于我们每年哈，只要自费超过5万亿，我忘了是5万亿还5万多少哈，其实就免不完负担。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如果我万一住院已经花超过5万多的自费的话，我继续要住在医院，我最省钱。如果我要去外面的机构住的话，一个月可能就是要好一点的话，3万、4万、5万，我每个月要自己花。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的全民健保其实已经帮我们照顾了非常多，甚至于我们有100万人左右是重大伤病卡。那当他看他自己病相关的部分都免部分负担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如果我现在是有精神病的话，我可能就希望是家人把我送到慢性病房，那我就会住在那里，我就不出来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健保已经不是一般的健保，我们其实也做到了一些社会福祉，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一定要高度肯定，其实我们现在健保做了很多的事情，甚至超过它可以做的事情。那第二个话就是102年1月1号健保费用是从 5.17% 降为 4.91%， 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少收了210亿哦。好，所以刚刚说我们在那个补充保费那边有一些帮助，200多亿、300亿，可是别忘了我们保险健保费从 5.17 降到 4.91， 我们也少收了210亿哈。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想对补充保费那个刚主席说有什么看法，我会建议说，最早当时设计是要家户所得为基础，一次收缴，减少行政计生成本。那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可以改？那我知道说其实立法院有很多的压力，但是确实这是我们大家比较期望的方向，而不是说5000块或多少钱要拆成一张。那第三个我想谈五大皆空哈。那我也谢谢其实去年叫署啦哈，卫生署去年年初呢叫我做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就是当着所有医学会的面前去谈为什么我觉得会有四大皆空的问题哈。那我分析了几点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容额，我们一年呢只有1300多个毕业生，可是我们有2000多个自愿。好，所以这时候呢，我即使是医学系最后一名，我想要挑五官科，我就可以挑眼耳鼻喉科。好，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并不是说1300毕业生大概名额就是1300、1400。那虽然有人说，哎，这个是医师的自由啊，其实我也很想念医学系啊，可是我没考上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当1300个医学生毕业的时候，我们有2300个容额是不对的。那也谢谢署里面也接纳了，所以去年容额有控制，控制下来的话，内外妇儿就比较容易招得到人，所以有些名额就放到内外妇儿去了哈。那另外的话，刚刚那个西华有提到，像 PGY 哈，因为正好 PGY 拉长的时间，所以就会出现一年的空档，所以今年理论上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少哈。那至于内外妇儿的问题，我们要分好几块来说，外科跟妇产科是医疗纠纷，好，因为医生不是神，
医生有时候他如果他已经极力救治病人了，还是有纠纷被告，说真的，医师会打击非常大，所以这一点一定要立委能够帮忙的。那第二个的话，妇儿科，妇儿科的话，你看看健保开办的时候，一年出生300,000个小孩，现在就有15万、16万哦，16万左右。那我做妇产科医师都不要增加，我生意就少一半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说，偏乡的地方，因为他等他生够多的接生数是不够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越偏乡，其实妇儿科要补助多一点点，哦，越偏乡的地方，那而不是这个地方哈。那另外一个刚刚提到自然产或者是护理费哈，其实自然产健保为了鼓励自然产多给了钱，护理费以前在健保开办的时候，护理费都已经算在费用里面了。可是这个钱医院有没有给到护理人员，有没有给到医师？如果没给，一直要我们再从卫福部这边再把钱补进去，那如果还是没办法给到护理同仁或者是给到医师同仁，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哈。我现在讲到这样，另外三点等一下再说，谢谢。我想直接讲完哈，我们第一轮都尽量让你们准备的好讲完，然后等一下再看有没有办法做一些讨论，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主席哈。那第四个啊，我想其实台湾的问题是床太多了。如果你去看 OECD 或全世界的床，除了日本是全世界的 outlier， 没有人要跟日本比哈，因为全世界在比床的时候都不跟日本比。那你会发觉英国、法国，你念得出来的国家全部都在减床了，而且每万人口床数都比台湾低了。全世界就有两个勇敢的国家，一个叫台湾，一个叫韩国，继续在增加当中，而且增加比别的国家都多哈。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来说，是因为我们的床太多了，不是因为住院医师太少了。住院医师的目的是为了要训练住院医师成为一个好医师，所以呢，教学病床一个数量就够了，而不是所有的病床都是教学病床。可是当教学病床可以拿比较多的健保给付的时候，每一家医院都拼命要做教学病床，所以我们是这样一直扩张我们的床。那医学中心其实在去年我就觉得说，因为医学中心如果从区医院变医学中心，就会多很多的钱，健保就要多付很多的钱，所以实际上对医院来说都需要当医学中心。可是我们要思考从民众的角度，我们台湾付得起付不起？好，所以这时候的话，这从去年开始其实医学中心不要再增加了，大家都知道我反对医学中心再增加。今年我觉得卫生署卫福部很好，请那些大佬出来也觉得说医学中心不可以再增加了，所以这一点也拜托立委要多多支持，因为实际上增加一家的话其实会增加非常多的一个钱。那12年后人口会老化，人口老化12年后我们大家就知道5个人就有一个是老人了，那如何因应？好，那刚刚也有前面在说收支联动，其实收支联动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收支联动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收支联动要具体落实，所以你有多少收才要多少支，还是要多少支才要多少收，一边是你的民众，一边是你的医疗院所，所以这时候的话我觉得怎么找到一个平衡等确实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想除了一个要减床以外，另外一个要改变论量计酬，现在就是因为论量计酬才让医界穷忙。好，所以说怎么样去变成不管是 DRG 不管是论人计酬，其实这都是一个全世界在走的方向，因为是人口都在老化，以开发国家我们不可能叫老人家就叫他赶快走掉。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论量计酬这个改变，你不改变的话永远都是在冲量。那还有一个怎么样用社区比较便宜的服务来替代，这也是为什么部里面也知道说我对于住院中风要出院以后不应该在医院转来转去，因为实际上是有办法人才有办法在医院转来转去，没有办法的穷人其实很可怜在家里，有一部分是居家护理在照顾，有一部分的话是长照时间在照顾，可是也有一部分什么都没有就在家里躺着。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怎么让社区就用较便宜的服务方式替代，这是全世界的趋势，也希望注意的。那另外的话，活跃老化，其实活跃老化的部分你要让社区大家活得更健康，就不会进到医疗体系，大家活得更健康，不会跌倒，不会骨质疏松，就不会进到医疗体系。可是公共卫生体系这个是这几年一直被忽略的，包括食品卫生我们也看到就是公共卫生体系长期是被忽略的。所以怎么把卫生局所可以加强起来，卫生局所里面公卫护士也缺人，公共卫生的毕业生也进不去公卫体系，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事情，也希望在座的委员能够帮忙。那第五点，诊查费，诊查费其实在健保自委会调整就可以了，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说我们应该是在自委会里面去解决，不要在这边去提哈。那第六点的话是不均的问题哈，我也非常同意刚刚夏提到的哈，不均的部分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城乡差距
怎么样帮忙向偏乡。那偏乡刚刚提到的，医界也帮了很多忙，去支援支援支援，这怎么支援每万人口医师数那边都不会增加，因为都是外地去支援。那所以其实我们这几年看下来的话，偏乡其实我们投入了不少散散散散的钱，可是没有好好整起来当一笔钱，好好去发挥重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要靠大家集中火力去重点一块一块的解决。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吴孝琴教授哈。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医劳盟的林炳宏林副秘书长那结束之后我们就第一轮先请这个次长能够做回应，或者是相关的官员做回应。我是医劳盟的林副秘书长林炳宏医师。那我现在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医生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其实这个吵健保问题吵很久了啦。那我们医生主要是说，刚才我们张志华医师理事长有讲过，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医生太逃离五大科哈，我们做过内部的调查，大概300多位医师的回答是，其实就是法院的那个刑事定罪跟民事的天价赔偿。那这个其实现在医生很难会被关到监牢里面去，那主要就是我们怕的是就是赔不起，就是那个妇幼医院的3535万。跟那个4454跟那个同综合那个李明忠医师的3535万，这个跟健保给付是完全搭不起来，我们医生身家根本赔不出去，好，那可能会连那个小孩子的教育费什么都赔出去了。那我们现在意思就是跟健保讲说钱给付不够，健保说那是法院的问题，那我们跟法院讲，法院会说这个世界各国没有人这样子判，还是得要这样子判。那跟医院讲说啊，你们钱没有给我们很多，那医院说那不是，那是健保的问题。那再跟健保讲说那是医院拿去的，就是大家这边推皮球推来推去，最后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分布。我们拉下来看到那个我们那个图表，就很明显，今年的台大的第一年住院医师招生就是这样子分布啊。就是你们看那个最旁边那个皮肤科，就是九抢一，那最旁边那个集团那个急诊，就是你有来就会上，还缺额一名，就是这样子啊。那内外妇儿全部都排在后面，就是我们只敢去 apply 风险最小但是给付比较合理的科别。那还有一些的医学生就直接就我去走英国体系或是美国，就是我们就努力念书一点就要走出去了。那如果说台湾医疗真的这么好的话，那应该是很多国家的医师会投进来，不是，我们都是要走出去，就是这样子啊。大家那边吵成一团，都不是他们错，各有各的困难。但是问题是，我们先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这边就先发表一下医疗盟的全民健保改革刍议哈。我们觉得健保是目前上最糟糕的公共医疗制度啊，但是它也被称为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共医疗制度，原因就是一个，但就是杀鸡取卵哈。那别的国家都在吃鸡蛋，那但是台湾人是可以吃鸡肉。那别的国家的医疗体系它并不会崩坏，崩坏只有台湾的医疗体系。这是当初一开始健保设计的时候，政府官员以及设计的公共卫生学者，还有就是财团哈，台湾的财团以及民众，他们这是四方共同造成的。我们就是在这四方里面被踢皮球。那解决的方法就是麻烦请这些人都要放弃自己的私心，这样台湾的医疗才能够保存下来。那我先提出第一点是，台湾的公共医疗制度其实可以税制跟保险两者并行。好，那像美国的有 Obamacare， 它是保险，但是它还有 Medicaid 跟 Medicare。它这个是税，好，那 Medicaid 是低收入户的紧急医疗， Medicare 它是超过70岁以上老年人的紧急医疗，这都是用税收。那我们有
美国人有大概有4000万的美国人，他是不想买那个自己的那个保险，他不想买商业医疗保险，那等到生大病再用政府的 Medicaid 跟 Medicare， 所以美国政府就是一下子支付很多出来，所以他目前就是办一个 OG 健保 Obamacare， 强制这些人来保保险，然后或者缴点罚金。那我们全民健保最诟病的地方就是税基的不公平，费基的不公平。我们二代健保保费，只要有钱人只要超过1000万以上的补充保费，他就是用1000万来算，那只会收到20万而已啊。那侨居在国外的人保费也是免缴，只要需要用的时候再缴。那这个就会建成这个逃漏税现象，只要把保全民健保改制成特别税，就可以去课税。那接下来就是特别税制度建制好之后，我们就应该学新加坡政府设一个医疗的保险的账户制度。现在目前商业医疗保险它也是慢慢变成一个，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无上限的商业医疗保险了，都是变成一个账户制度，因为都会怕会以后会不够会破掉。那 Medisave 这种概念就是政府与雇主与个人的钱都会交在这个专户里面，然后大家就会想要缴保费，因为里面有钱才能够用嘛。那也会节制的使用，因为那都是你的钱啊。但是侨民入身也都会乖乖缴啊，就不会大家看病不会滥用。那第二点我想要提出的就是，健保不可以一保独大，而且是要用事后申请的给付方式啊，而且要把医疗定价权还给市场。那像Obamacare 它是在全美18个保险市场，每个市场有3家的保险公司提供不同费率不同内容的保险给美国人的民众。那台湾是形成一个托拉斯的超级巨大的保险，然后可以干涉医疗院所的运作。那像如果国人到国外去生产或者怎么样，那回来之后申请就是只能跟健保一天请6700元。那对付国外的医疗院所，健保就不敢强制去说啊，你就要给我报到好。那对付国内的医疗院所，就是说，那你就是这样子。那等到民众自己去申请，就知道，其实健保就是一天的生产费用就是给6700元。那将医疗定价权还给市场机制的时候，个别的科别才会定出。他们的劳累程度或是训练困难程度甚至医疗风险程度会定正常的价钱，然后就会有正常的分布。像我们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分布。我们新加坡或是美国的他们的分布，像新加坡他们是妇产科是第一名参进去的，因为他们就是成就感高，然后那个给付也很高。那我们这个是完全跟世界各国是相反的。那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对于不同年龄不同体况要不同费率的设计。像 Obamacare 就是它根据年龄、住处、家庭人数、是否抽烟，它的费率就是不一样。那台湾还可以增加就是一些除外条款，比如说是否酗酒或是开车肇事杀人或是吸毒等等，都把它除外掉也可以。那第四点就是自付额的比例，我们全民健保是世界最低的。像美国的，像加州的，它的健保，它是有4种等级，像白金、金、银、铜。那它自付额比例分别就是从 10% 到 14%。当然，你级数越高，自付额比例就越低。但是像同级，像纽约州的同级，它也要一个月也要310块美金，银级要590块美金。那最便宜的健康年轻人也要170元美金。第二个就是一个 deductible， 就是一个自付额度，就是保大不保小。他们是以全年累积的金额，如果超过一定上限的才会开始给付，这样也可以解决滥看病的习惯，就是真正需要看病的人才会看到超过那个金额才会开始给付，以下就是全部自费，就是保大不保小。第五个就是现在全民健保最被诟病的就是用浮动点子这种不公不义的制度啊。这个制度呢，我们有经过研究之后发现，这个制度只有全世界只有台湾在使用。好，我们看1993年的 Global Budget in OECD Countries 这个文章里面，我们发现其他各国都是用个别医院总额，然后德国是用
德国是有用这种制度，但是他们是第一季如果花超过的话，钱是照付的，不会扣出来。那第二季才是开始扣除。那第二季扣除的时候，他事先跟医生医院讲，而不是先用个点数，最后再打折。啊，不好意思哈。那所以说，这个是浮动点值事后扣钱这个制度，只有发生在台湾，实在要取消这种制度。好，那第六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把财团的失礼给它驱除掉，然后建构正常的成绩转诊制度。那我们应该都有看过那个《自由时报》黄达夫院长的这篇文章，医学中心上线不是重点。他就说，当初健保办的时候不到一个月，当时全台湾十家医学中心院长联合起来要求降低医学中心的支付额。当医学中心支付额这么低的时候，全台湾的病人就会往医学中心跑，他就不会经过转诊制度，所以转诊制度名存实亡，基层医院就萎缩掉。那第二点就是，台湾医疗决策者全部都是医学中心代表，他们使用就是同病不同酬，就是医学中心给付比较高，那基层医院给付比较低，而且增加床数，就是刚才有提到床数增加是非常多，台湾的病床与人口比是美国的两倍。所以说应该要缩减医学中心的床数，而且要有，如果病患是不经过转诊直接去大医院看病的话，他直接的诊疗费要提高非常高，像国外都是好几万块。那也要成立家庭医学制度，好，由基层诊所来筛选严重病患才能转到大医院去，而不是放任这些财团跟中小型医院去抢食。那以上就是提出的六大改革重点，如果不照这样子做的话，台湾医疗体系还是会崩坏掉。好，谢谢各位。好，我们谢谢林副秘书长哈，提出完整的几个要点哈。好，那我们下面这一轮是不是先请次长能够做回应，还有相关的我们几个司长啊、署长。好，那我们下一轮的这个要发言的出席的代表有没有要那个？我尽可能第一轮还没发言的就先发言啊，然后可能还有第三轮的时候我们再来请这个委员来请这个今天出席的代表来发言了。好，我们请次长。好，主席、委员、各位专家学者，我先做一点引言哈，等等再请医师师、社保师跟健保署来做比较详细的说明。那刚才提到今天主要是五大皆空的，五大皆空的原因非常的多，但一部分是反映我们社会的这个年轻人他比较不喜欢这种太劳力太多的工作，尤其是不想上夜班哈，那这个是一部分的原因。不过另外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当然是健保的问题，刚才都有提到了。那健保今年有编了这个对急重男科的这个特别的不管加成也好，不管这个调整也好，而且是会列入这个基期。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想黄署长会跟大家做比较详细的说明。那第二个主要刚才尤其我们年轻的医生哈都会提到这个今天早上我碰到一位年轻医生也是提到同样的问题，就是医疗纠纷的问题。那医疗纠纷主要是我们的以前但医界都一直想把这个医疗事故的这个刑责把它去掉，就是去刑化。那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现在是医疗刑责是明确化跟合理化。那82条之一的修法已经在立法院上个会期也都讨论过，但是有一个配套，那这个配套就是医疗纠纷处理法跟医疗事故补偿法。那这个法上个会期也讨论了两次，这个会期两个礼拜前也在讨论一次，已经52条呢只剩下16条，不过这16条看起来是比较关键，因为争议比较大的地方留下来了哈。那这个部分我有一点担心是不是很短期就能够通过，把这个医生所谓这个刑责的部分把它让我们的医生比较可以不用这么担心。但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目前去年开始试办的这个生育事故的这个救济呢，目前看起来是成效是不错。那现在去年到现在花的经费比较详细，等一下请李司长也报告。我的资料是大概不到7000万。那目前生育事故的这个
纠纷呢已经减少80%哈，那这个看起来示范是成功的。那目前我们是想往这个手术跟麻醉，主要是大的手术跟麻醉来这个示范看看，来扩大。那第三波哦，我觉得可以另外一个要示范的就是急诊了哈，因为急诊确实也是现在他们不敢进去的一个理由。那另外刚才林副秘书长提到的这个刚才一些表的问题，我做了一些澄清哈。那目前几个重点科别住院医师遭受的情况哈，最现在是比较严重的是内科啦，其实内科尤其是我们所有医疗的主力，内科目前是62%，它在以前都是100%。那么目前是62%，儿科还好89%，那妇产科两个月前我拿的资料是还不错，那最近拿的是又掉下来，掉到61%了哈。那个 AA 是我不知道61%，急诊科不像刚才讲那样都没有人去，是82%的。那急诊科当然，其实他们刚才林医师提的 retention rate 这个是最要紧，因为但是如果这个照我们这个吴孝吉老师去年跟你们建立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专科训练容额要把它合理化，照几乎非常贴近我们毕业生人数加上这个外国毕业生的这个数目的话，其实理论上是应当一个萝卜一个坑才对啦。那可是目前有些医院也还有叫做儿零的儿附一的哈这种情况，不过这种情况是比较热门科才会有。那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影响也不大，因为你如果一个你要皮肤科，你要大概要前10名或者15名才能够各医学院一定要这样才能够进去嘛。那你说你是30名的，今年给你做儿零，明年你还是跟下一届的学弟妹一起来竞争，我想这个情况还是没有不会，你还是不会进到皮肤科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再继续持续下去，应当会有这个成果出来了。我想明年我们还是会做调整，我们也知道问题在哪一个地方，这个部分也会继续做调整。那关于刚才这个张理事长提到的这个进入熬计划的问题，这个共识已经有了，大家都会往这个方向在前进哈。那当然有几个方法是修在医疗法或者修在这个劳基法里面这些问题而已哈。那这个另外等一下理事长会提到一个最新的构想，那个构想也可以给大家做参考。我想我先做这一点引言，然后请三位这个司长署长来跟大家做比较详细的说明。好，谢谢林次长哈。那接着我们是许司长要先吗？还是我们理事长？你们几位我们这个理事长李伟强理事长就先来回应一下。好，谢谢。是主席，还有刚刚我们林司长点到名，我就快速回答一下。好，那大家在座很多，我们其实很多是在过去场老朋友。我个人在医界服务了20年，然后最近有机会来这边服务哈，然后。我刚刚提到说，我看到其实对医劳盟提出的，我觉得很多部分上面，我就其实感同身受。不过我还是要提到一点，因为我们提到有政府官员、财团、民众，还有等等，别忘我们医界医生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好，所以我们当检讨任何事情的时候，别忘了我们自己也在其中。所以以我自己来讲说，我们也要思考。好，那刚刚讨论这今天几个主题，我必提到说，其实在2个多月前，我去美国应邀受了演讲。那介绍 Obamacare 跟台湾健保的比较，那当然讨论很热烈。最后我指他们叫我做最后 comment， 我只反问在座在美国最好的研究中心，好，我说美国人们哈，台湾之所以这么成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个前提，就是有钱人要照顾穷人，健康的要照顾生病的人，这时候全民健保。可是美国人他不这样认为的。我去拜访过共和党的州，也拜访过民主党的州，你会看到民主党的州很支持 Obamacare， 可是共和党州就是阳奉阴违，他们明年也不打算会真正推，也不会成功。这大家现在美国预期就如此。细节我不谈，因为我在美国，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在美国念的就是卫生政策，所以详细的话，其实今天有吴孝吉老师，还有今天没有出席李玉春老师，对各国的医疗制度比较，他们有很深刻的一个比较。我只要提到说，我们今天台湾其实在一个左边跟右边中间，左边就是欧洲的这个制度，它是公医，
公益制度，所有医生几乎都是公务人员。好，那还有最好的什么？还有最好的工作时数。我们知道欧洲的这个，他那个医生、护士时数是人数最多。可是别忘，在欧洲的制度里面，民众其实是相对不利的。他们奥巴马 K 也不想，对不起，奥巴马 NHS 英国的那个部长，他想要把这个 hernia 疝气手术，这种那个很小的手术，在英国等八个月。他现在政绩是把它改成减到六个月。台湾呢，你又超过六天，我都可以随便帮你介绍一个人。这就是公益制度的缺点。可是美国制度，我们知道它的缺点是什么？它费用很高。美国的医生年金薪资是$300,000，就是差不多1,000,000台币。住院医师大概要4万多块钱，费用非常高。护士薪水也很高，这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好，可是呢，美国我们看到4000多万17% 没有保险，他才要推 Obamacare。所以两个摆荡的中间，我们台湾在中间，我们可能希望集全世界各国的好处，我们希望避掉大家的缺点。看起来真的是还在持续努力，不过18年来我们得到一定的肯定。我现在提到说今天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不是开放民营，在美国他们也行，美国多少的民营公司，可是只有什么结果呢？这些民营的保险公司他都去健身房去找他的客户，因为这些去健身房的很重视健康，那些人用的钱很少，他可以给他很低的保费，比方说一个月100块。可是我们其他剩下来给 Medicare 跟 Medicaid 的老人跟穷人的话呢，那就是剩下减剩下来，我们叫做 cherry picking，对不对？我们台湾不是这样子的，欧洲不是这样子，所以这点我们避开美国的缺点。我们要追求公办民营或怎么之类，民营进来的话效率又提高，可是别忘，当效率提高的时候，公平性就会被打折扣，这就是美国他们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好，这种所谓风险的选择。不过我很赞成一点是，我们现在在估，很多时候我们低估了风险成本在内，我们现在真的是低估风险成本。这点我之前也曾跟我们田委员私下谈提到说，我们现在讨论到医纠法里面这个所谓的未来的这个，我想深水区钱补偿金从哪里来的时候，别忘了在欧洲里面大家最称赞的瑞典或甚至在英国等等这些国家，很多钱其实还是来自于什么，不管是税收 tax based 的，或是你的保险金 premium based 的，某种程度还是要由医界跟这个所谓的民众共同来分担。我们今天去买任何一张机票的时候，那机票费里面不管多少飞多远，它一定有一定的风险基金在这里面。我们将来在购买健保的时候，健保在跟医院购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风险的分担一起纳在里面？劳动成本，刚刚次长点名说要我提到，其实现在纳入劳基法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因为纳入劳基法，你要跟你的雇主要去做一个理赔或者是一个官司。我们现在也希望说能找到另外一个比劳基法更好的保障。对一个医生来说，他的工作真的不等于一般的工人。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群体的力量，41,000位的医生，我们共同来找一个保障。这保障搞不好是来自民间的，我们跟人寿保险、跟我们的寿险，还有跟我们的职灾险相关险，我们一起保在一起，看能找到过去听说没有保险公司敢愿意承担，我觉得将来是可以的，只要我们努力好好去找，让我们所有的医生都能一个安全的环境去做事。另外我们好好去努力跟在座很多委员一起去推动，好，包括不管之前修刑法的这个部分，或是要放在医疗法里面，让大家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免于风险的环境，让一些我们刚提到内外妇儿的人，除了财务之外，风险还有把风险跟他的安全一起放在里面，这是一个我们共同推动的方向。我第一轮先回到这边，以上，谢谢。好，谢谢哦。我如果记得没有错，昨天那个医师节的那个好像报告的重点哈，全联会报告的重点好像也是在医师的这种劳动成本风险的这一块哦。我想也大家也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好，那是不是曲司长还是好曲司长好了？我知道你们三个先都讲完了。OK。谢谢江委员啊，叶委员、田委员啊，所有医界朋友，大家好。台湾现在要再改成多元保险，其实已经没有那个空间了，哦，也不是那个时代了。目前中央健保署的单一保险，它的行政经费低于1%，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你在美国这个多元保险，最少都要7.5到10，也就是说每10块钱还没有看到病就已经被保险公司拿到7块到10块了。所以美国的多元保险公司的老板都非常的富有。我如果我是私心很重的话啊，我是非常希望台湾能做多元保险，这样子我们这么多人在健保署服务的人，我们会有很好的出路，不会像我现在说啊，一个医师的身份，还一个月在这里领了12万的薪水，
我的同事都领了五六十万，但是我只是这么讲说，这个多元保险的时代已经过了。以前在詹启贤署长的时候有提到过，但是没有。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没有？因为叫做全民健保，它就是要照顾全国的老百姓。你如果不用这样子的一个单一保险的制度，很困难，是非常困难。很多国家现在像日本、韩国早年也是多元保险，他后来学台湾把它改成单一保险了。日本我们去考察以后，日本的多元保险是多到两三千家，但是那个是他们从大正年代到现在，他们想改都没办法改，完全是没办法改。所以这第一个问题是稍微做一个说明。第二个五大皆空的问题，我要在这里很坦白跟各位一介先进讲，《New York Times》的报道，在美国的一个 Orange County 报道的情况，跟台湾完全是一致的。他们说，美国的医生现在年轻的医师不像老医师一样，他们都愿意提早退休。第一个，第二个，他们选择的科别也是选择到对他比较有利的。现在他们不去选家庭医师，他们都还是去选眼科或是骨科，为什么？因为他的收入高。第三个，同样发生在加州医院的情况，老百姓把急诊当作门诊在看待，造成整个的急诊也是拥塞，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第四个，医师也是往都市跑，乡下留不住。请问在加州他有全民健保吗？这没有。所以这个其实并不单单是说台湾全民健保造成五大皆空，其实我是觉得整个社会上人心、人对生命的生存的想法，它是怎么样的来驱使的。那即使在这个情况之下，在台湾全民健保这个情况之下，还是有很多年轻的医师这一两年他还是选择外科、选择妇产科，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悲观。我觉得五大皆空的最坏的时间点已经过了。第三个，我回应我们有两位医师他们医疗盟的部分有提到新加坡的部分或是 reductible 的情况种种。其实这个在健保这十几年来，我们办了这么多研讨会里头，我们都已经有讨论过了。如果有机会，我会把这些大家的结论提供给你们看。几乎台湾的全民健保是全世界所有能用到的东西我们都已经用了，能想的也已经都想了，所以我们并不是闭门造车。那因为站在一个角度不一样，第一个原则我们是要照顾全国的老百姓，我们把它排在第一，所以相对的我很坦白的讲，医界我们就是把它排在第二，这是很坦白的话。那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第二个我们不得不做一些牺牲，但是这一点我们是有深切的了解。我先做一个报告，谢谢。署长，你讲得太直接了，讲牺牲好沉重，太恐怖了。好，那我们这个启司长针对我们保险的部分来，请我们在那个司长讲完之后，我们是不是可能做必要的休息十分钟，好不好？好，谢谢。来，主席委员，在座的各位先进各学者专家，大家好。刚刚有听到大家非常多的很精辟的看法，那我想简单的做一点回应包括刚刚有一些特别的意见或者今天的主题的部分。其实健保一直都面临一个相当困难的两难就是对于我们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来讲，健保一直的给付都是不足的，而且是非常的不足。那包括我们今天听到五大皆空几大皆空，其实听到后来常常感觉就是，其实只要给付足了，这些问题好像都少了。这就是健保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另外一方面，就我们的付费者来讲，他们的角度确实认为说健保有没有钱用太多，所以这个对健保来讲一直是一个两难的困难的地方。那这也是为什么说二代健保里面我们非常强调一个收支联动这样的概念，
因为在二代健保里面把收支两边就是付费者跟我们医疗服务提供者在同样一个系统上面，在同样一个平台上面大家来沟通，也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沟通的方式能够让付费者能够体验到说到底他应该或者他想要付多少钱。那在这个钱的水准之下，如果我们的保险真的没有办法支持的话，那是不是要考虑我们的给付的部分需要做怎么样的调整？我想这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制，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公平而且比较理性的方式来确认说我们的健保应该怎么走。那当然在这种收支联动的概念之下，其实健保如果经费不足，最直接就是调费率。那但是我们因为有收支联动的概念，所以每一年到了我们如果我们的经费慢慢不足的时候，真的就要在思考说到底要不要调费率。那如果真的不想调费率，那真的就变成说那我们的新的一些给付或甚至旧的某些给付是不是叫检讨来做一些处理。我想这个是在一个收支联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那刚刚其实大家有因为提到支付标准，还是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其实虽然大家认为我们的支付标准一直没有怎么调整，事实上过去到现在支付标准调整过非常多次，大大小小。那最大的一次在民国92-93年的时候，就曾经用相对值的概念整体的做了一个 review 过，甚至那时候有包括把一些相关的成本等等做考量。当然那一次在调的时候比较困难的是我们应该用中频去调，但事实上只有把认为给付不足的调上去，但是认为给付可能应该往下调的调不下去，那是那时候的遗憾。但那次事实上有花了大概40-50亿的一个额度去做那个支付标准整体的调整，所以并不是说没有调。刚刚其实有提到说政府支出在递减，这个确实是一个现象，因为政府整体来讲财政方面有它的一些难度。不过在二代健保里面透过立法院各位委员们的一个支持跟一个督促，所以我们在制度上就要求政府至少在健保里面它的支出不少于36%。我想这个是对政府支出的一种，对就政府对一个这个公共卫生或者要对健保的一个保证的部分，这是一个方法了。那另外民众自付比例确实有在上升，不过我觉得在谈民众自付比例上升的时候还是要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民众自付的有很多可能是10-10几年前不是非常普遍的，譬如说医美这是一个相当的一个支出。那像我们的牙医的做这些矫正或者一些植牙这些非常昂贵的，这些事实上在过去也并不普遍。那像我们的健检，尤其高阶健检甚至还有一些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记录到我们的所谓的民众的 out of pocket 这一个部分。那这个东西在过去可能健保刚开办的时候不是那么的风行，所以我不是认为说民众的支出没有增加，但是我是说这些因素也应该一起纳入考虑，它也是造成一些影响。那最后就是说刚刚有先进提到几个简单的，因为我觉得健保谈到后来就是说到底是要倾向自由市场还是一个管理的市场，一个是要走出所谓社会保险还是商业保险。健保如果要走说税跟费并行当然是可以，但是以税的国家就像英国那样很典型的公益的制度，那台湾如果要走到一个税能够一起能够承担的程度的话，其实我们的税收必须提升，但是我们台湾的税收比例事实上是低非常的低很多跟很多国家比。那我们的保险难道就没有税在里面吗？当然有，刚刚就讲了政府出了至少 36%， 那个部分就是税出来的，所以税跟费之间要怎么样处理是一个重点。那至于说认为说我们的费基 不太公平上限不够，当然这个还是要回到，因为用保险的概念不能把它跟税相提并论，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赚了几千万不能要求他交几十亿的健保费，所以我想这是保险跟税之间一个很大的概念。那至于刚刚有提到说不管是 deductible 或者是 Medisave 保大不保小，其实这些概念在某些人会觉得这些方式对于管控费用啊节制费用等等有它的优点，但事实上就社会保险的角度来看这些制度都是不利于弱势者，所以以社会保险的观点来看我们比较觉得这些方式不太容易被一般民众接受，尤其是对弱势者来讲。像刚才讲的新加坡的 Medisave 它基本上其实互助的功能非常少它是自己提存自己花用，那保大不保小也会有那种相对来讲弱势者会比较无法承担医疗服务的这种现象。所以
我想整体来讲，台湾以目前以社会保险为主体，以单一保险人为这个管理者这样的一个制度，应该是算还是蛮不错的，尤其在国际的社会上，台湾目前的制度其实我们每次出去评价都还算不错，虽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台湾目前的健保制度应该还是很值得大家来珍惜，谢谢。好，那我们这个卫福部这边哈、啊，相关的业务单位也都做了一些回应啊，跟做一些补充哈、啊。那我们是不是先休息十分钟后？那因为我们现场呢有三位委员哈、啊，跑哪里去了？有三位委员，我把那个等一下下一轮的发言的顺序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先就还没有发言的几位出席的代表哈，我问征询一下是不是等一下用这样子的发言顺序哈。陈瑞英陈顾问、叶光鹏叶医师、郭兆阳郭医师哈。那这一个谢文辉谢医师希望说能够在第二轮的发言，我们还是等没有发言完的我再来安排好不好？然后呢，我希望在等一下休息完毕之后啊。因为有几位委员也等候很久哈，我们是不是叶委员、田委员跟苏委员，我们就也先发言好不好？也把你们的一些意见，如果要出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一并回应好不好？休息十分钟，我已经处理时间了 ，OK， 谢谢，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谢谢，好，那个公办会处理出来。好，好。好，我来调整一下发言的顺序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郭章宏郭医师要赶高铁回去啊，所以我们方便回高雄，所以我们方便让郭医师先发言，好不好？好，以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还有次长，还有各位先进。那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哦。那我觉得这样的题目当然对整个医界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因为刚刚在很多问题上面，各位先进其实发表了很多意见啊。那我这里其实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啊。我一直觉得五大皆空其实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医师他做什么样的选择，他是一个人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目前是用制度或给付想要去改变人性，其实这个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制度它只能够补足人性的缺口，那制度只能补足所有医界它所力所不能带的不能够达到的一个境界啊。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医师之所以选择内外妇儿及以外的科别，有它沉重的原因啊，这个里面有社会的一个价值观的判断啊，有法律上面的一些，还有当然给付也有占一些空间。但是我刚刚私底下也跟我一个老同学在那边沟通，其实以政府今年拿出来的50亿我们必须了解其实真正花到医师拿到的是无感的。像我本身是胃肠科医师，我也不知道我今年因为政府的德政而多了多少薪水，我可能要回去查一下，因为我无感。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医院剥削了我的所得或污了这笔钱。那因为其实在这50亿里面有很多手术啦、处置费用啦，它都必须有成本。这些成本被摊提了之后，其实真正能够用到医师有感的部分，其实这部分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提出来第一个建议，其实要去思考说制度面的补强是应该，比如说我们应该善用公费生，公费生他是不是有办法去延长或者必要的去限制他服务的科别。好，那第二个，一些我们现在很夯的一些外籍医师，他有没有办法必要的去限制他取得我们国内证照之后服务的科别，他至少比如说服务必须服务内外妇儿及满3或5年之后，他可以去转任其他科别。那么这些就是制度面可以做的事情。那以这制度面的事情，那这样制度面的事情在做的时候，我相信部里面其实也做，比如说像 PGY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思考逻辑下产生的。但是 PGY 它衍生的问题，其实在这里我要跟委员主席还有市长这边报告，就是其实 PGY 目前衍生的问题是因为它尚未归属，所以它没有责任感，没有归属感。那再加上 PGY 对各医院目前因为内外妇儿及五大皆空，所以它是一个人力的宝库，所以大家视若珍宝啊，所以各大医院都是在薪水都是在福利制度上加码。这些 PGY 来到各医院谁也不敢凌虐他班数要有限制，照顾病人要有限制怎么样。那万一今年稍微严厉的分数打低一点这家医院就被宣传说这家医院对 PGY 非常不友善，那明年这家 PGY 的招收名额就会减少。那因为在整个部里面的一个游戏规则，当你 PGY 招收不全的时候，在未来计算 PGY 的人数上又会循环的去减低，所以会让所有的医院都不敢把 PGY 当作是一个真正的人力的运用。第二个，其实你深思，就像刚刚有一位先进报告的，在日落之后所有医院照护的人力都是 PGY， 当 PGY 这一群对医疗的责任感没有去赋予的时候，其实在民众的安全，我想今天主席和各委员召开这个公听会，我们其实是要解决四大皆空。但五大皆空它所更远大的意义，其实是在民众的医疗就医安全。我们其实不是要保障医师，我们是要保障民众就医的一个安全。所以我想在这里提出来的各个意见，其实是提醒各位长官去注意，就是我们所有的制度如果想要去扭转人性，其实是困难的。那第二个我们可能要去开辟一些蓝海我在以偏乡这个，就我们在五大皆空我想部里面还有贵院大概都是针对这个偏乡的服务做了很多的努力，不管是在给付我们看得到在有一些制度上，只要去服务偏乡的每年可以得到700到1500万的一个费用的补助。不过这样的补助当然对大型的医疗，因为有办法去支援这样的偏乡的区域的，它只有医学中心。那以医学中心动辄每年几十亿到上百亿的营业规模，这700万到1500万，其实很多医学中心是冲着社会责任去做的。但是在这社会责任的一个光环之下，其实面临的是另外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恶性循环。今天我把医师调去偏乡，那我医院里面的内外妇儿及谁来上？这是一个很深
深刻必须要考虑的啊。那因为我们比如说以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我们支援的属立旗山医院，支援的属立屏东医院，支援的属立恒春医院，那我们又包含又去支援的三个山地乡，高雄地区的纳马夏、桃园、茂林。那最近部里面又发出一个公文叫缺一村，我们有一些村庄它是在它今年有六个里好列为是 Level 2或 Level 3缺一的，全国我们以为是大家都很有热忱，那就后来最近在公开就只有两家医院，一家是普基，一家是我们去投标好去参加缺一村的。但是这些的投入其实都是可能医学中心的社会责任，但是相对的好像其实会更加重，我们最近我们医院内部其实就因为这样会有一些这四大科五大科的医师会跟我们提明年要离职的准备，因为他觉得他来到高一上班好像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高一好、哦、都在其他地方，那他到底是为了医学中心的训练还是为了去服务偏远地区，这个其实是值得大家再去更深刻的思考。所以在这里其实恳切的建议，其实我们应该是利用科技来改善这件事情我们比如说远距医疗其实是可以去改善偏乡的一个照护，但是远距医疗在目前有相当多的医疗条件限制，比如说医师要亲视病人，那处方签要有药剂师的调药，但是在偏乡这些都是非常缺乏的，可能整个阿里山乡找不到一个药师，甚至有药师没有药局，这些怎么去解决其实是有赖于科技的进步跟法令的松绑，那这些反而是我们立法院跟卫福部这边可以着力的地方，我们去松绑一些医疗法上面的一个限制，第二个将更多的经费投注在远距的一个照护上面，我觉得会比我们把一些经费投注在其他部分会有更大的一个收益，那对全民的一个医疗福祉也会有更有大的帮忙哈。那因为其他的部分其他先进也都有提到了，我就把它表达在我的书面报告里面，以上谢谢。好，谢谢郭医师哈，有不少蛮具体的一些建议跟观察哈。好，那我们接着是不是按照我刚刚的田委员，你要不要先发言？叶委员已经去做政党协商。好，那我们还是先医师谈完好不好？来，我们现在就是叶医师还是我们陈啊？叶医师啊，叶光鹏叶医师来。谢谢，多谢主席、副署长，副部长，就叫副部长啊、哦。各位前辈，拍谢。我是彰基妇产科叶光鹏医师哈、哦，所以我今日只当然妇产科我是非常担当啦哈、哦，因为最近有几个代志，和我会感觉真艰苦哈、哦。就是我1996年接中华基督教病院主任，我迄阵是去足济科去请人来行妇产科哈、哦，所以迄阵对我一个个住院医师。以前拢对遐开刀半暝，我以前做主任足认真嘞，一礼拜看七间门诊，出来拢开刀，都是从礼拜一整到暗时啦吼，拢一直整啊，搁做理事，所以整啊。迄阵对外住院医师足认真嘞，足用诶，是我看过来底算用诶，即卖应该也未50岁吼。啊，伊尾啊，伊耳不孕症，啊我嘛甲伊送伊去哈佛去学两年。所以回来彰化基督教医院，伊就有认真，我有做不孕的，做了真好。伊嘛摕甲彰基个不孕症做了足好诶。结果今年7月离开台湾，能文能武。咱来看台湾妇产科医师，有的只会做不孕症，有的只会做不孕症啊，做得很好，不一定会开刀。我要甲大家报告，我这个学生，以腹腔镜一组。1999年都要开刀，我以前是完成台湾第一个完全腹腔镜的，而且挑战大子宫的，那是用医家大完成的，所以是会怕、会耐怕、耐操的人，伊家己开刀嘛是开了袂歹，伊独立了，所以用这不孕的，就以为 micro manipulation 这用一只针筒甲注意的，
这是做冷冻胚胎，冷冻想弄会杀你，马云亏刀用腹腔镜亏刀，我十几年来都用腹腔镜亏刀是只有99%，不管我连我亏，所以我已经61岁哈，所以我给跨的妇产科的兴衰。1996年，我这边妇产科的就是要创立人力委员会，一阵唐思成这理事长，一阵的创立人力委员会，我的开始观察台湾的出生人口跟妇产科的人力，所以台湾的妇产科人力规划是我一手创立的。我到2-3年前我离开了，因为完全没有希望，我离开体制内，开始出来体制外的欧北龙，好拍摄，所以我底下工位是非常沉重的哈。可是我已经显示一些数字，我不知道你没有转档，一定要用我的东西，因为我的东西很多档，拍摄我都用那东西，这样吧，因为我要显示的就是1990几年妇产科占健保是7%几，在医院总额是还是占6%几，但是一直到经过十几年之后，妇产科2009年占在医院总额里面只占3.8%左右，为6.5%拉到3.8%，所以我2008年、2009年，我每年都要写人力召集委员会给一关专召集人报告。我还准备讲，如果台湾的出生人口为30万，是为6%降到，哦，拜20万就4%的时候，哦，拜台湾的出生人口如果15万的时候，它会剩下3%。如果有人台湾出生人口如果10万的话，它就会占2%。一个2%的妇产科要造就台湾的妇产科人才是很困难的，因为台湾老年人口现在才11%，哦，拜20%、30%来的时候，台湾的妇产科占的比例一定会下降，不是只有出生人口它会决定而已呢。老年的话，我个人蛮显示数字，咱小于4岁以上占的健保比例是比较大的，只是1点几，咱了60岁以后、70岁以后，黑熊2倍、3倍的膨胀啊，所以建议。妇产科的医院的总额来对，如果只占4%不到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规划6%的人力？我给大家报告，我规划是6%，都是1300个每一年的医学系毕业生，6%就是78个。我是负责任，没有抢别的科。今天连规划6%的人力78个都招不满，我们台湾有什么希望？投资妇产科不是投资妇产科医师，是投资台湾的人力。投资台湾的资源，台湾若没有人力，台湾就没有机会，都是爱外来空降人口。等一下我会显示照顾胎儿对我们社会有多大意义，我会用我们专业名家，不是我用嘴讲，我尽量用 PowerPoint 来显示讲，我们照顾胎儿等于照顾世代。我给大家报告，照顾小孩子也许还不太高，照顾孕妇你就照顾世代，照顾孕妇一个，照顾胎儿第二个，照顾胎儿里面的睾丸跟卵巢第三个，然后第四代就 epigenetic， 它总共 4代，它至少影响我们台湾未来世代。我们台湾要不要把我们的健保投资更多，还是要顺其自然？只剩下 3%、2%、3%、2%， 1300个每一年的住院医师只能容许30个住院医师娘。这几年咱来看，各位，我不是用我的东西，我们用联方玉教授来对的东西。这几年妇产科专科医师是20-30个在那里造，去年就要造起来，今年听说是造得不错，可能跟生意风神留了有差，听说今年新来的阿万又不好了，听说了，他只是一个设局而已。所以我们台湾，我们健保被开在花在胎儿还是小小年龄，他健康我们可以减少以后的气喘，我们可以减少30岁我们的免疫力，我们可以减少50岁他老年疾病。等一下我会用 PowerPoint 显示，就这笔钱。我们今天投资70岁，我们重症用在 ICU 很好，一个类似中邱文达贡献台湾要多少60几岁，当他有一天重病的时候，我们要请求你给同意，但是他剩下的余命只剩下10岁、20岁。但是如果对一个胎儿，对一个精虫，我们要给他机会吗？我们对一个胎儿，我们等一下我也显示，就等于给他，我们只照顾孕妇。我们这几天都在讨论食安，我们都在讨论食安，食很重要啊，但是要看那些东西，它都只造成不孕而已，它只造成不孕吗？我等一下我会显示，今天照顾胎儿，我们给胎儿什么环境？台湾的空气不好，所以我这几年照顾我靠你说台湾的空气不好，
我们前年爆发台湾的塑化剂，它只影响不孕吗？等一下我会显示啊，那个矿产片 H O 给你公布，你那暴露环境荷尔蒙，它会影响什么？它会影响所有的跟荷尔蒙有关的甲状腺、色物腺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它都显示啊。我本来对北欧是足大的期待，想北欧空气足好，体质足好，遐是骑脚踏车，丹麦哥本哈根是三分之一骑脚踏车的，个整个都市啊，拜拜五成骑脚踏车，伊遐是，你看伊个节能，伊个空气好，结果我来看伊环境荷尔蒙，也睾丸癌往全上升啊。所以今天全球是恐怖的物件，还是两年前、三年前，我提供资料，黄淑英立委讲健保给予我性别差异。这篇未来苹果日报下水社论，黄立委嘛用这去质询刚上任的邱文达立委，所以健保给予性别差异。我1996年开始做理事的时阵，我就提出讲卵巢。我们开两边的卵巢几乎是一样的，一边跟两边，你一个是20公分、30公分的卵巢，跟5公分的卵巢，它大小它是一样的。我们的输卵管两巢两侧它也是一样的。这主疗为什么提供好一个已经好苹果日报下社论？但是2013年，我今天中午嘛跟猛坤开刀房，今天还是一样。我1996年的下这个名叫，我全台湾妇产科主任，底下都从健保局又谈妇产科的未来没有希望。结果今天15年以后，我们的两侧卵巢几乎还是跟一侧卵巢一样，还是一样。我个人被显示，不，利用用谁物件拍这？我这个话，我们看看内分泌科那个，留个棒子。内分泌科，这一侧跟两侧它不一样的、啊。两侧是不一样，我们看睾丸、卵巢，单侧跟卵巢是一样，卵巢底下开，我明天要开一个刀，后天的、啊，它就是两侧呀、啊，底下嘛你开两侧，底下嘛你开20公分呢，30公分呢，结果大小量一样。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个东西，我们看看睾丸，它是不一样的，单侧跟双侧它是不一样的，副睾也是不一样，只有妇产跟卵巢它是一样的。15年来，台湾没有被改变，所以我是。就相信我们这是，你谁可以从这一侧卵巢拿到那边卵巢不一样啊？卵巢流点30公分、20公分点点，那来去看了去。我今天的是讲，我本来对邱文达部长嘛很多期待，那来看了去。其实我对老外是神外是非常敬仰的，因为20-30年前的时阵，伊的点数是设计到非常令我尊敬啊。那来看。因为开刀，神外，它会分几节两节啊？妇产科不，你分大粒细粒啦，20公分、30公分，提5公斤、3公斤、2公斤，跟200公克、0.2公斤都背在钱。那个看嘞，它还分手术时间嘞。那个看嘞，单侧、双侧、单侧、双侧，你个落去。我们还看，你个落去，还是因为关时间了，所以。脑瘤手术在4小时，手术到4到8小时。我最近两个礼拜一每天都开到半暝，拢透早4点开到透早4点的，规下晡一直开的刀就歹开的，8个小时。你要开8个小时，你妇产科嘛赶快急付啊，开4个小时赶快急付。但是脑外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还分大小，它还分左右，它还分什么？这就是脑外，所以也急付比较合理。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好，再慢。大师让我打开张爱峰这里面，我们再看回到跑火。叶医师，我们可能时间上您要也稍微控制一下哈。我们如果看神外也人口，也医师数，起码天公是超400多个呢，占台湾的1.1%呢。但是我们在以健保给付型占2.几%，所以就单人口来看，它是一个是比二。我们看妇产科，到目前是2100多个，是占台湾给你2007年是同样一个标准是占，吼、哦，一准占3万6千个是6%，所以那个跨越点值，脑外一个人口它是占2.79%，妇产科是0.77%，所以脑外是等于脑
妇产科检查外的四分之一啊，一个两个生命的，一个出生的胎儿，如果脑部 CP 的时候，妇产科爱他膝盖，第北欧背上这就是脑部脑性麻痹、啊。结果我们大人的脑部很值钱，我们胎儿的脑部是不值钱的，我们胎儿呢，身材，先长这个公肩膀的问题，我们马西龙不给他了，所以我们看。台湾妇产科到底还要不要2100个？我都维持嘛。我头先想讲，你2012年我们想要加起来，但2012年我们看妇产科又掉到5.3%，你看嘛，外科增加到1.1%。我唔知健保植入，我想应该不会掉很多。所以你要看，给泌尿外科嘛是妇产科两倍，骨科嘛妇产科两倍，神经科嘛是妇产科两倍，内科嘛是妇产科两倍。所以内科8000多个。妇产科是2000多个，所以你看照这比例，妇产科根本就无机会嘛，我能够看一下。各位，所以可能爱光片，拍摄。所以咱给妇产科不是讲总数呀，妇产科所面对困难的是老年人口、高龄产妇如何如何，请看落去。咱比 OECD 较老，较看一个比美国较老，所以台湾妇产科照顾的产妇是高龄产妇较侪，那你看，后摆咱这边台北是已经33岁 ，OECD 无咧30岁，咱已经33岁，后摆就35岁，咱最近看者明某个庆祝伊39岁的生日，39岁的妇产科看特别未生啊，歹势，且看一张，咱看一张，35岁享誉，那要看剖腹产随着年龄，这是美国剖腹产愈来愈管，高龄剖腹产愈来愈管，且看。好，所以我头的上一张，咱来看高龄科技嘛，不多嘛。这不是讲有试管婴儿40岁就生出来，就困难了啦。咱看一张，所以给妇产科人数，它不是只有一个60个、30个到40个，它面对的是比我们以前更困难的挑战。不孕生没出来，高龄各看嘞。你也看高危险妊娠愈来愈侪，妇产科人变化症较侪，中老年变化症，但妇产科人力咱看。所以我对烦恼。老拜高龄产妇当35岁以上了，就是3个到4的时候，咱台湾妇产科相对愈来愈少，相看一张。老拜5万人，比阮迄阵，阮迄阵出生40万，无遐济啦，来看一张。所以我头前这张，而且这是我做的。第一代影响，第一代影响胎儿，第三个影响捐血，第四个影响。所以照顾妇产科，照顾胎儿。它影响世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妇产科它跨这些破洞科把它放弃吗？像看一张，虽然美国孕妇来得有讲有说话剂，台湾会比美国好吗？我们这些有没有资料？我们有没有资料？台湾的汞我们有没有资料？很少啊。那全世界最大火力发电跟全世界第五大火力发电就在台中跟麦寮，那汞来自燃烧煤反产生化学汞。请看一张，所以来对咱两个看，咱生活物件或者塑化剂，这来对你看，电脑像这东西塑化剂啊，它不是只有吃进去，请看一张。所以来对讲，台湾到处都是塑化剂，你看一张，你看比美国较悬嘛，你搁看嘞。所以你看来对咱今日咱的出生囡仔本身就受影响，来看一张。空气污染嘛是造成畸形，台湾的空气比美国更歹呀。我们年均只是30几 PM2.5，最近人家公办着专案报告，那三十美国才10啊，相关一张。我们影响我们胎儿，相关一张。这影响囡仔都相关一张，所以影响胎儿、新生儿的功能，相关一张。所以这癌症是一级致癌物，相关一张。所以这影响胎儿来的话，你呀，相关一张。所以我们治安很重要。但是慈安它只是一个部分，从 water 这件物件，我们环境适合友善对胎儿吗？请看一张，所以妇产科责任重大不？来看一张，影响我们的脑部啊，请看，影响我们下一代智力啊，请看一张。来对，我头先讲性早熟、肌瘤、早发现、停经、痴呆、乳癌、不孕，我们这一代拿不够，我们以后再治变肢肌瘤，不对吧？我们在治疗乳癌，我们把健保做怎么样？我们如果不照顾胎儿？跟黑孙，我们把健保放在耳卡，干掉，结果就动脉硬化，所以影响我们脑，成年到20岁都脑都影响，结果一张。所以你要看，这林芳义教授20几个在地上爬，结果一张，各看一张。所以那个不责任补偿制度，我是就非常希望。我目的是 learning， 不是解决医疗纠纷，我们要从中学习。你来看日本，
不是台湾的妇产科航班啊，日本妇产科你看是所有来的几啊倍，是小儿科的几十倍啊。所以你看一张，你若看瑞典伊是成熟的，妇产科是占25%，所以我骨科嘛，骨科老年人口较侪，所以我就希望讲妇产科哪要搞给付提高，我完全赞成。但提高给付量用来补偿，你就不一定爱好医生。给你的口袋才换一张，你一定要创造一个医疗环境友善的环境才换一张。咱来看这张，如果医疗补偿来不一百个切来这边，但这阵支付还阁无好，你看会到的部分，赶紧挂去一边。如果你每年200亿，你做50亿的妇产科全面黑，因为我们问的张基住院是做谁是做个飞楼，我们敢出去？伊讲外面太环境，就是私人诊所几十万枪，我怎么伊嘛唔敢出去？伊就出去就红歌。所以，桃园在座的前辈讲，伫新加坡上优秀行妇产科。我们今天如果看桃园遐物件，如果我们照顾胎儿是照顾世代，如果我们减少胎儿的身体的不好，我们就影响，我们就减少鳌拜乳癌，减少鳌拜射物腺癌，减少鳌拜卵巢癌的曝光，减少我们治疗高血压、心脏病。所以我提到讲，健保它可以做一点事情，当然它不能。赢做就得代级，但是一个3%、一个2%的健保给付，怎么支撑6%的78个的妇产科人力？拍谁？谢谢公委兄弟，谢谢。不会，那个很完整哈、哦。那叶医师，因为对不起，因为我们那个公报处啊、哦，可能在做这个的时候啊，可能方不方便你那个 PowerPoint 的资料有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可以哈、哦。我今麦是用卫生署哈、哦。对。是，是不是可以那个电子档对？我到现在还是张杰栋梁，我现在开灯嘛，鬼哥，我还在挑战。但是30几岁的谁要挑战呢、啊？谢谢拍，谢谢叶医师哈。现在是不是可能帮忙那个公报处把那个资料能够取得的话，他们在做那个这个记录可能会比较好做一点的，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没有办法每一张这个 PowerPoint 都很仔细的去判读哈，所以可能公报处会很困难。好，那我们接着呢，是不是我们陈瑞英陈顾问？是啊，不发言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呢，场中没有发言的大概就是我们刚刚陈顾问还有我们田委员。那谢文辉谢理事长你还要再发言吧哈。OK，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本来预计的时间到4:30，我们最晚最晚到5点以前一定结束好不好？可以吗？做这样时间的处理。啊？谁？哦，谢他已经第一次发言过了。这样子哈 ,OK。那不然呢，如果委员我们就不发言。还是你一定要那个回应？没关系，因为我等一下留一点时间给卫福部那边做一些后续的第二轮的回应啊。好，我们请那个谢理事长。啊，主席、各位长官、各位先进哈、哦，刚刚听了，我是觉得叶医师讲的听起来很心痛了哈、哦。但这个如果给年轻医师看的够看不完，看我胡正哥，那也许我们要想办法啊、哦。那刚刚其实所有讲的，我要讲一句哦，刚刚那个伊拉蒙的林副秘书长讲的很，因为他笑脸哦，靠热情，然后基本回他这样哈。那其实我要讲，你刚刚讲的那些，哦，像部分他没有转诊，没有什么一开始怎么样，其实咱在座不管咱次长、咱署长、咱司长哦。干拢无关系啦，因那是拢唔是因做决策，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现在都陷在一个非常无奈的泥沼，大家拢无力感啦，嘛唔知要安怎。啊，民众的这个公共政策就是这样，你即马由奢入俭难嘛，啊，即马都食啦真好啊，是很困难的。那我是觉得不会太绝望，因为哦，健保它是一个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当这个制度到一个半，跟民众感觉觉悟啊，看到观察，还是会觉悟啦吼。那时候才是一个大改变的机会啦。那其实我是觉得，像我们的长官，其实他们都看得很清楚。那
我们就不必再讲这些毛病，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很无奈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大概有几个方向应该朝着方向。第一，我们一定要承认哈，台湾的健保其实无论在供需都太腐烂，民众看了伤济，医疗提供者嘛提供了啥伤济，在这方面一定要着手。像咱健保署嘛提几啊改变调高，最近嘛无几个月前提高讲是不是发多支付医华。医华收20%的支额，可以看门诊。嘛，医华就是无经转诊，家己就去你区医院、去医学中心、去地区院加重支额，一声就底下都所有的消费者、所有三都反对啊！我是觉得，我们如果慢慢这个情况允许哦，立法院的委员要支持，因为这个是缩减使用面的过度腐烂嘛。医院方面也要好好的控制哦。像合理共识当然一定要做，现在的年轻医师干哦，夜师干，我们这个时代不敢干了，就重视生活品质。你要医疗服务业要变成一个可以有生活品质的地方，下面我们大家愿意来做，说合理共识来走。那么合理共识解决走得了，那么一线型台湾医务人员的能量的量，它大概就一些忽然不能做。假日你等下有国外嘛，让北欧达国，让我都做合理共识，想要让我到让。有人伫星期六假日，有人伫夜间，有人伫遐伫看门诊无？一般门诊没有啊。那种时间本来就是只提供急诊。我是觉得医院的医疗的提供量也要缩减啊。这个当然是健保署就责无旁贷，要去建立一套制度，让医院能够控制它的量，而、啊、不是像现在哦事后结算。所以大家伫掏钱，哎哎穷啊，因为唔知影事后结算是偌济，只有穷的人未死诶，大家啊拢无穷，干阿我穷。底下现行制度想得利嘛，大家拢冲我嘛冲，都好了嘛，所以我们整个制度要去修改，这个就是健保署和卫福部的责任，行塑一个医院可以自己控制，好、哦、可以的情况。第二个，民众方面，我们要有勇气去跟民众讲，讲按摩起来这贼，消费者很多，我们这么开足侪钱，其实钱的多少，它不是关键，你借的钱，你用买上关键的少数的服务嘛。你坐的钱就讲买较好咧嘛，甲咱你食饭同款啊，你嘛讲一顿食饱好，食啊真好啊，营养真均衡嘛。你嘛讲食千外块、两千块、三千块啊，所以钱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是咱这钱买到上合理、适度的迄、那个。所以我是感觉，咱第一在医疗的供需面爱回归合理，全世界无像咱这飞流、这吞大的医疗服务。第二个。整个医疗的风貌要改变，我们过去的确被引导变成大型化，像那植物当然无关，变细走，越大型化越有机会挖来嘛，就是它的量大，单位成本就低嘛。所以咱把医学中心的个大医院变成那量贩店咁款，因为安利上利润，我一台机器一工对也再摆个营养，二十四小时装百万，我单位成本上低，我是觉得要改变哦。全世界人大概合理的医疗形态都是金字塔型的。70%-80%就是在社区，像他吴教授讲就完成，所以单独在挑每个支付标准、支付标准，我刚刚咱署里的长官你也焦头烂额，看到调都拢无搞，你妇产科啊叫长官你搁个调100%，万万也是嘛，刚刚这样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可能要用总体资源的分配来考量，就是把主要资源70%-80%应该摆在社区，在社区里头他有资源，他就会吸引医师和人力。在我们医师处可能要改变医师的训练形态，既然70%-80%是一般社区户，应该70%-80%训练内外护啊，这种大科系20%是次专科，在这样的形态以后做这些准备，当有一天咱民众当发觉讲我搞这一部核心企业心重点没使重要医疗核心做到你六六的时候就会觉悟了，拄着观察的觉悟，但那时候我们这些都已经做了准备哦，是有机会了，就有机会扭转整个健保的风貌哦。所以我刚刚可能要在两方面：医疗的体系、医师的训练，训练对同仁，医疗训练呢合理工时1.23，医教配套这1.25，这起码下来人哦，看到医教都安尼行个呢哈。这个一定要有资源的分配，大概用大的区块，70%-80%放到社区去啊，这样以后你要做转诊，你要什么都没有困难了、啊，因为社区的医疗很充足。那可以养成很充足的医疗能力，医师的训练以大内外妇儿科为主。
次专科为辅、哦、那整个医疗供需面要想办法了、哦、医院的供给面要下降，给他一个好的制度，他能够自治，民众的就医要给他一点限制、哦、在这样的底下、哦、台湾现有的人力他撑得起一个好的健保、哦、谢谢。好，非常谢谢谢理事长哈。那我不晓得谢理事长在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间觉得说，我们的长期照护真的要赶快上路啊。也许对于慢性的跟术后的照顾的这一块，以后可能到了这个照护体系就不会在医疗体系当中，也许就能够舒缓一些床啊，或者舒缓一些什么的哈。或许我不知道是有没有这种连结，我不知道哈。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那个田委员讲完之后，我们就请那个卫福部再做必要的回应，好不好？好，谢谢。我第一届当立委第一年的时候，台湾只有四大皆空。后来五大皆空，那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已经六大皆空，连急诊都空了啊。那我也陪着护，甚至于陪了好几科的医生哈。那急诊医学会三个理事长，甚至于这个护理师护士工会的理事长开了记者会。我还记得有一个护士是值夜班，那时候我们开记者会九点半，他连口罩都来不及脱，就直接他值夜班呢，结果应该是六点离开吧，还是五点离开，他就到九点半，他才从医院冲过来，连口罩都还戴着啊。老实讲哈，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大家哈都担心健保会倒。我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也在这个地方公阿 K 秀 K， 我就亲眼看到哈，我所执政的政党在那边哈，这个挖东墙补西墙哈，弄到狼狈不堪，到现在还是这样啊。大家都担心健保要倒，但是我看到的是，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健保还没倒，我们的医疗体系先倒了，我们救命的科系先倒了啊。那刚刚我们吴孝琪教授也讲了哈，说事实上我们大概到了这个超高龄社会，我们大概只剩下10年12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在这个时间内把这个事情解决，等到超高龄的那个海啸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健保医疗体系全部都倒了哈。那个时候我们刚好也都老了，所以我们就是最惨的哈一个世代这样。我在这个医疗纠纷处理法的时候，坐在台下曾经看过一个，听着一个立委在台上讲说，你们都是为这个我看起来这个现场大家都是为了医生讲话，只有我是为病人讲话。老实讲，我差一点哭出来啊！如果不是为了病人，哪里需要这么辛苦？我看着我的父亲从医生变病人，他当病人当了十几年，躺在那边，所有人有一天都会变病人。包括医生哈，我一直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在立法，我们国家在整个医疗体制上面可以成为一个对病人对医生的权益同时照顾的国家，不然的话这个一定是垮的哈。那我今天因为大家讲了非常多，也非常多细节哈，叶光培医师也讲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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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哈，因为我这个常常听他在讲，然后每一次听都跟他做严重诶，然后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也曾经当招委的时候在这边办过那个妇产科的那个专案报告，我就听了张记的两个妇产科的女医师，然后那个叶光培医师跟我介绍说，这个是浊水溪以南是吧，而且以北浊水溪以北好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妇产科的唯一唯二的什么。然后那两个女医生在那边国会作证说她自己生产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医师是立下遗嘱跟她的先生说，如果我出事你要好好照顾一下，一个是立下遗言。我听她 kick 我回，我不知道说这么厉害的妇产科女医师生产的时候自己都面对不可测的风险，但是我们一般的人民知道吗？我们一般的人民不知道，所以出了事怪医生。好，所以这个医疗风险的问题，我是觉得说我们卫生署一定，我们的卫福部一定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好，你买飞机都，飞机的机师一定不希望飞机掉下来啊，但是还是有可能，但我们还是会去做。好，因为我们有需要。不过我想今天讲太多没有，我今天只想抛出一个问题请大家共同来想一想啊。我们知道有些国家的医生是公医制。好，那这个医生的这个权益啦，医生的收入，事实上是国家政府有非常大的这个决定权。
我看了看，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现在医生是不是算准公医？就是我发现我们的医生事实上在这个各种健保的给付啦，或者他的这些医疗的条件上面啊，医疗环境的上面，事实上是我们的健保署、我们的卫福部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决定权。不知道啊，我是说，我看到一些有关国家，有些国家对公医的这个报道之后，我自己突发奇想这样想。好，顺着这个，如果我们台湾的医生已经接近准公医制，我们接下来的许多医疗的对医疗的这个环境，好、哦，包括刚刚那个我们医疗盟的朋友一直在要求的这个工时的制度的保障，好、哦，包括这个我们在医纠的时候，这个是全部都要像我们也在这边听过这医纠的公听，有些人认为说一毛钱都不可以帮医生出，反正是你医生的错，就是你医生自己要去保险，你医生爱改去停。然后上一届全国医师联合会的理事长李明斌医师就说，他也在医师工会内部讨论过啊，那有些医师就说，那我眼科我很少有纠医纠啊，为什么我要出这个钱？那就让生命五大科的医生去出这个保费嘛。然后甚至是生命五大科医生说，我为什么要出这个保费？那我不当生命五大科可以吧？没有人可以这个强迫我吧，但是我就在法务部开了公听会上公开听到一个李茂生教授说，你们这些医生动不动就扬言出走，这个是公然恐吓罪。然后我就听着说，他说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说这个社会的互相理解是这么的少。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国家可以讲清楚，如果我们这个健保制度现在的这个，我刚刚回到那个准接近准公医的那样子的一个思维，大家是不是共同来想想看？我认识在宜兰认识一些医生，他们就跟我讲，他们都是五六十的医生，他说他们年轻的时候还有一些储蓄，他们还撑得住，但他们很可怜现在的年轻医生，一共基本上做医生爱给你炸给会。我刚开始听不懂，我现在慢慢看起来有这样的概况哈。但是我是觉得说，现在健保已经回不了头了，所有的医生都在骂健保。可是我有曾经试着，其实不敢给不出销。以前没有健保，好像也都有医生呐、啊，基本上有健保，点都一塌糊涂，所有的医生都点起。所以健保回不了头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大家坐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怎么解决现在的问题，然后让年轻的医生愿意敢进来救命五大科？为什么没有健保之前，大家急着要挤进这个救命五大科？有了健保之后变这样子，那我们要很诚实的去面对问题。我前不久最后三十秒，有一个小儿科医生跟我讲，他为了一个小朋友开心脏，一个团队大概五六个医生，这个开了一个早上，手术很成功，非常高兴，健保给付6000块，刚好一个医生1000块。他就说哈、哦，比一个台北的 SPA 小姐哈、哦、SPA 一个钟头都差不多啊那了。那我知道有些人是不在乎健保的多少，他们都还愿意留下来，但是有些年轻医师，他觉得他真早，他的父母，他的这个，或者他成家，他需要有更好的收入，或者是他不想要花那么多心思，收入不如预期，然后动辄被告。当然我也知道有些医生就算被告了也会留下来，但是年轻的医生撑不住。那我是觉得说，老实讲我觉得蛮沉重的东西。现在我们正在修医疗纠纷处理法，那也有医生跟我讲说，不如不要这个医疗纠纷处理法算了，就让他继续吧。刚刚那个谢医师也讲，让他见到棺材吧。但是我不忍心，为什么？因为最先见到棺材的会是谁？是最弱势的病人，绝对是最弱势病人。郭台铭呢，不论我们的医疗体系怎么倒，他永远可以找到好医生，这个我很相信。我因为不忍心啊，那而且我也很担心，那个时候我是最弱势的病人。好，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田委员哈。这个
可能啊，因为最近那个我知道明天审预算嘛，哈，那我记得有委员在提出来，有关于啊，比如说这一个，我们今年有编一笔预算啊，要解决这一个各大医院诊所的有关于这一个光纤宽频的事嘛，是不是有这个预算？哦，那结果呢？这一个有委员认为说，这个部分不应该由健保的支出啊，应该要由公预算来编业务费来支出哈。那这一块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不是我们今天都有第一线的医师在这边哈？针对这个部分啊，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好，那个我觉得这个部分本来刚刚很想提啊，当然刚刚漏掉了，因为除了这个所谓的各科别的医生之外，其实整个医疗环境啊，究竟健保这边该不该去做指引啊，或者什么的，其实这个是可以讨论的议题啊。我想很多陈如我早上主持一个公听会的时候，我讲啊，现在的社会氛围啊，其实我们从过去啊，大家在创造机会、创造多赢，到现在呢啊，是在这一个。这个规避啊，甚至于抗拒，然后甚至于到零和哈，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氛围其实是最严重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这样的一个公听会下来哦、啊，我们听到今天因为毕竟多数都还是在医界的比较多的比例哦、啊，那如果说有一天如果时间上允许，我们再办一个面对这个我们民众的这个权益啊，健保的权益的时候啊。也许又是倾斜不同的意见的哈，所以我在想，这个也就是说，我们都必须去面对啊。那公部门既然我们是一个全民的强制性的啊，那可能我们也都必须要做一些这个共同的因应啊。那我今天呢，是不是卫福部是不是最后我们要不要做补充？有没有哪一位署长、司长要做补充？来，次长来，我们做一个回应跟补充哈，来。所以我非常感谢今天各位专家学者跟立委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哈。那我想非常同意田委员的意见，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坐下来冷静的、理性的来讨论哈，否则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找出真正的原因。那我也其实很期勉这个医疗盟的这个张理事长跟林副秘书长哈，年轻人继续冲撞也没有关系，我想虽然你们提的大部分都在这个体制里面都讨论过了，不过没有关系，我是觉得你们年轻的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哦、那说不定有解决的一天、哦、那长照的部分我觉得确实很严重，如果不赶快做绝对来不及，所以其实从九月开始我们每天晚上六点部长都亲自来主持长照的会议，他一直想要明年就要推出了哈，那因为最近被这个油哈困住了，以后市场进度稍微落后一点，不过这个我们还是一样，长照是放在第一，所以我们这个卫福部成立之后，要检视他这个整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长照了哈。那最后我也用医界一份子的这个观点来看哦，我们医界也在自己也要申请了，我自己了哈，因为我也时间到也要回到医院去，那我是很想说，我们医院可能慢慢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所谓企业社会企业的这个方向来走，就是认真赚钱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回馈两个，一个回馈到社会，一个回馈到自己的员工。那我是觉得啊，如果每个医院都能够这样来想的话，那可能啊很多的问题会可以解决。好，我再补充在这里。非常谢谢啊，我们次长哈特别提出来哈，有关于这个社会企业的一个概念呢、啊，因为我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这一个只能够盈利跟非盈利之间就是两个极端。事实上呢，现在呢，世界国际呢已经在走向一个中间呢、啊，就是一个社会企业，因为这个 NGO 也好，非盈利的一个机构也好，事实上也都遇到了很大的瓶颈啊。所以未来这个社会企业呢，是不是在医疗体系，在我们甚至在健保这个政策之下，能够为大家也找到一条出路、活路出来，其实都是一个未来一个，已经不是未来了，其实现在已经都在操作的一个一个一个模一个
一个模型了哈，所以我希望说这一块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也就是时空的不同，我们可能要再去教育民众，他到医疗体系当中，或者医疗体系现在我们常常讲说把它归类说财团啊，机构就是财团，医师就是弱势，其实这个部分其他也许中间就有一块，比如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或者什么方式哈，让他能够其实是更相容的，而且是能量更壮大的哈，在我们的能量没有散失之前呐，更能够集结，然后再在 upgrade， 我相信这个是应该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才对哦。那我想今天很重要，我会举行这样一个公听会啊、哦。来自于或者是我对于医纠啊，对于医疗医师这个医疗法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很花了很多心思哈、哦。其实跟这个田秋瑾天伟一样，我是来自于一个救护人员哈、哦，他这个救护车，他每天要跑好几趟的救护车哈。哦，他说越来越可怕，他有一天他人高马大哦，一个队长人高马大哦，他说他跟我讲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个时候我真的鬼辛苦给不回哦，到现在讲都给不回弄出来。他说啊，这个当啊他送病人到这个急诊的时候啊，医院会跟他讲我们不收不敢收啊，因为这可能看到我麻烦的，也就是怕纠纷哦，所以这可能已经不是年轻人的问题，是整个医疗体系，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疫情呢，不管那讲，像我现在手上也很多很多的医疗纠纷，有时候听下来真的就想要把它抱回去，但是你要很耐心的，哈、哦，去帮双方制造一个桥，让他们能够把对话做好，然后才知道这种权利义务跟这种之间。哦，我想这个你们大家都比我有经验，然后所以我想这一块我们希望健保呢这一块呢大家来重视啊，因为它能够既然在台湾是存在的，而且是走不了回头路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再打出一条血路，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哈。好，那我今天呢非常谢谢哈这个公听会呢的举办，各位的一个参与啊，那我们呢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各位的发言都会列入立法院正式的公报记录，作为本院审查法案的参考，我相信也会弥足价值啊。那这一次呢会议我在这边做成结论，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规定，本次公听会内容将做成书面报告，分送给本院全体委员以及出席的人员，公听会报告并将作为立法的参考。那在这边呢有几位呢除了有做报告说明之外，还有留下书面记录的，我在这边一并宣告。我们谢文辉谢理事长也留下书面的，我们也会一并列入公告。郭昭宏郭医师呢也有书面报告留下来。那我们医劳盟呢我们林副秘书长也留下这个书面的资料，还有我们林淑芬林委员也有这个资料留下来，我们都一并列入公告。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耽误大家的时间请多包涵，谢谢。好，那我在这边呢，在这个录音存证啊，我们这一个陈瑞英陈顾问呢、啊，也留下书面呢、啊，一并列入公报。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来，所以呢。